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及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19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28日星期四上午9:03至12:24，下午20:30至4:52，地点：本院鸿胪山林业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9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林景芳等9人，主席林召集委员为周。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9条文草案》；二、审查委员林维洲等18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三、审查委员蔡逸瑜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4人提出质询。决议：一、第一案至第三案原为并案审查，改为分案审查；二、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9条文草案》，继续进行逐条审查。二、本第455条之13修正为：检察官有相当理由认应没收第三人财产者，于提起公诉前应通知该第三人，与其陈述意见之机会。检察官提起公诉时，认应没收第三人财产者，应于起诉书记载该意旨，并即通知该第三人下列事项：一、本案案由及其管辖法院；二、被告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明文件编号或其他足之辨别之特征；三、应没收财产之名称、种类、数量及其他足以特定之事项；四、构成没收理由之事实要旨及其证据；五、得向管辖法院申请参与没收程序之意旨。检察官于审理中认应没收第三人财产者，得以延迟或书面向法院申请。立法说明增列：三、检察官于审理中认应没收第三人财产者，虽没收之调查与认定属法院应依职权进行之事项，但检察官仍负协力义务，其自得以延迟或书面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裁定命该第三人参与。法院应注意就关于没收第三人财产之事项，除依法应裁定命第三人参与没收程序之情形外，其余则与所附随之刑事本案终局裁判为必要之裁判说明。三、第455条之15修正为：案件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没收之申请显不相当者，经检察官或自诉代理人同意后，法院得免予没收。检察官或自诉代理人得于本案最后事实审延迟辩论终结前撤回前项之同意。四、第455条之19修正为：参与人就没收其财产之事项，除本编有特别规定外，准用被告诉讼上权利之规定。立法说明二末段增列：至于法院就被告本人之事项为调查时，参与人对于被告本人之事项具证人事格，故本法第455条之28明定参与人应准用第287条之2有关人证之规定，附此续明。五、第455条之23修正为：参与没收程序之证据调查，不适用第166条第2项至第6项、第166条之1至第166条之6之规定。立法说明二修正为：刑事被告诘问证人之权利，属宪法第8条第1项所指之正当法律程序，为宪法第16条所保障之人民诉讼权之一环。司法院释字第582号解释意旨参照。刑事没收程序参与人就没收其财产之事项，与被告享有相同之诉讼上权利，自应有诘问证人之权利。为参与没收仅系复立被告本案诉讼之程序，为避免其程序过于复杂，致影响被告本案诉讼程序之顺畅进行，参与人依本法第166条第1项规定，诘问证人、鉴定人或被告，以足以保障参与人诉讼上之权益。源于本条明定参与人诘问权之行使，不适用交互诘问规则。六、
第455条之26修正为：参与人财产经认定应没收者，应对参与人预知没收该财产之判决；认不应没收者，应预知不予没收之判决。前项判决应记载其裁判之主文、构成没收之事实与理由，理由内应分别情形记载认定事实所凭之证据及其认定应否没收之理由。对于参与人有利证据不采纳之理由，即应适用之法律。第一项没收应与本案同时判决，但有必要时得分别为之。立法说明要修正为：法院没收，法院就没收该财产与否之决定，应与所附随之刑事本案判决主文对该参与人预知，原于本条第一项规定以为裁判之依据。又法院就参与人财产应否没收之决定，除于裁判主文预知外，并应于裁判中适当说明形成新证之理由，备立上级法院审查。故于第二项规定该判决书应记载之事项，用之遵循。其第455条之27修正为：对于本案之裁判判决提起上诉者，其效力给予相关之没收判决；对于没收之判决提起上诉者，其效力不给予本案判决。参与人提起第二审上诉时，不得就原审认定犯罪事实与没收其财产相关部分再行争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非因过失未于原审就犯罪事实与没收其财产相关部分陈述意见或申请调查证据；二、参与人以外得争执犯罪事实之其他上诉人提起第二审上诉争执犯罪事实与没收参与人财产相关部分；三、原审有第420条第1项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情形，立法说明要修正为：被告违法行为存在，为没收参与人财产前提要件之一，为避免没收裁判确定后其所依附之前提及关于被告违法行为之裁判之判决于上诉后经上诉审法院变更而动摇该没收裁判之基础，造成裁判上之矛盾，非但有损裁判公信力，且滋生没收裁判之执行上困扰，故对本案关于违法行为或没收之裁判上诉者，其效力应给予相关之没收部分；反之，没收系附随于被告违法行为存在之法律效果，而非认定违法行为之前提。若当事人就本案认定结果已无不服，认为避免因没收参与程序部分之程序延滞所生之不利，所生不利益，仅就参与人裁判财产没收事项之判决提起上诉者，其效力自不及于本案之判决部分。原参考日本应急对策法第8条第1项之立法例，增订本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并增订本条第一项后段规定，一度争议。把第455条之35修正为：前条申请，检察官应以书状记载下列事项，提出于管辖法院为之：一、因没收财产之财产所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份证明文件编号或其他组织辨别之特征，但财产所有人不明时，则不予记载；二、因没收财产之名称、种类、数量及其他足以特定没收物或财产上利益之事项；三、因没收财产所由来之违法事实及证据，并所涉法条；四、构成单独宣告没收理由之事实及证据。立法说明三修正为：申请法院没收人民财产，系对宪法所保障人民财产基本权之侵害，性质上为国家对人民之刑事处分，因而本条第二款至第四款锁定没收之前提要件，应由检察官举证，例如有关刑事违法事实存在，依本法第161条第1项规定，检察官所提出证据应达于使法院产生确信之程度，使足保障人民财产权免受国家违法不当之侵害。九、第455条之37照提案之司法院版本通过。十、第455条之38照提案之司法院版不予增订。十一、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为周出席说明。三、
委员林威忠等十八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报告其询答完毕，另定期继续审查。四、委员蔡玉瑜等十七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一、报告其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本案另定期继续逐条审查。五、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议事录。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介绍本院王全忠副秘书长，顾问兼总务处蔡卫民处长，秘书处陈习清处长，议事处高明秋处长，公报处尹章忠处长，资讯处张梦元处长，法制局张高百祥局长，预算中心方清峰主任，国会图书馆张立敏馆长，中南部服务中心贾宏奎主任，议政博物馆黄淑梅馆长，人事处曾明发处长，主计处黄盈霄处长，监察院监察业务处巫庆文处长，监察调查处郑旭浩处长，调查处苏瑞慧研究委员，财产申报处林惠美处长，法规会陈美妍参事，总统府第一局陈敦娟专门委员，国家安全局秘书室李唐和检任组长，国家通讯委员会电台与内容事务处谢焕前处长，电台与内容事务处林慧玲检任视察，法务部法制司宋文宏检察官，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兼书记官长洪泰文，国防部公共事务处许维顺副处长，经济部商业司胡美珍专门委员，内政部人民合作及团体司筹备处陈家荣专门委员，内政部营建署建筑管理组杨哲伟检任计政，外交部调法司专门委员陈守汉，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陈玉文副司长，教育部人事处曾义群专门委员，交通部秘书室杨茂森检任秘书，陆委会法政处何达人研究委员，国发会档案管理局许长世副组长，石璞专门委员，中选会人事室主任张方琦，公平会法律事务处谢坚章副处长，司法院司法行政厅许旭胜副厅长，金管会政企局周惠美主任秘书，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编组人力处陈雅玲检任视察，全序部法规司谢盈龙检任视察。好，我们今天的议程是要继续审查第一案到第十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一人，委员赖瑞荣等十七人，委员赵天麟等二十一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尤美女等二十三人，委员李坤泽等十七人，委员刘世芳等二十一人，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一人，国民党党团及委员江启臣等二十二人等分别拟具之司法院组织法修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十七到二十三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一人，委员赖瑞荣等十七人，委员陈明文等二十六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一人，委员李俊英等三十人及国民党党团等分别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亲民党党团委员赖瑞荣等十七人，委员苏小慧等二十四人，委员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尤美女等二十四人，委员李坤泽等十七人，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人，委员李俊毅等二十四人，国民党党团及委员尤美女等二十一人等分别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六人及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人等分别拟具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一人拟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一人，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及委员陈明文等二十三人分别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与委员赵天麟等二十人拟具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案。
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委员赖瑞荣等十六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人，委员李俊毅等三十一人及委员江启臣等二十二人，分别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等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草案案与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网路国民提案实施办法草案，委员余婉如等十八人拟具立法院议场管理规则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以上四十六案已分别于三月十日及二十四日本会期第四次及第九次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另择期继续审查。本次会议另外新增审查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及委员徐国勇等二十三人，分别拟具之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民进党党团等分别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坚等十六人，委员陈明文等十九人，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委员顾立雄等十八人，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等分别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草案。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委员刘兆豪等十七人及民进党党团等分别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等二十人，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民进党党团委员徐国勇等十九人及委员蔡益瑜等十六人，分别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审查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议场规则第十四条修正条文修正草案案。审查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审查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及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分别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室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审查民党党团及委员徐国勇等二十二人分别拟具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一条及第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因为我们的这个国会的改革法案进行两次会议询答哦，那么今天的部分呢，我们就还没有审查的部分有三十四个案子进行提案说明哈、哦。那么以后的这个报告，就是针对这三十四案的报告跟询答。那么等以后啊，我们后面知道还有。大概还有很多个案子还没有进来哦，再合并啊，一起来报告跟询答哦。那所以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今天这个今天的这个案子的提案说明。那么提案说明之后呢，我们就会来把之前两次的会议，就是在三月十号跟三月二十四号本会期第四次跟第九次。进行的会议报告跟询答的前面的这个草案，总共并同今天的这三十四案，总共八十案，我们会在提案说明之后，今天的三十四案提案说明之后，我们来进行条文的宣读啊。那么宣读条文的这个时间啊，那么请所有的列席机关代表啊，跟本会委员请自便啊。那么。我们只是宣读条文。好，我们就照着各位到场的时间哦，我看到的时间来请各位来做提案说明。首先，请时代力量党团代表说明，说明时间六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为健全国会人事同意权之相关规定。以发挥国会与我国宪政民主下所应具备之监督制衡功能，追求具备成熟民主法治国家之国会基本建制，提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主要内容将同意权程序明确化，采取记名投票、
落实责任政治，并规定审查期间不得少于两个月，且需举行公听会，以提升审查品质与密度。草案也规定，委员会得在必要时书面要求被提名人提供学经历与财产申报资料，并答复与其资格适格性有关之问题，且定有罚则，避免被提名人作出虚伪陈述，使审查更为严谨。以上是提案说明。那草案内容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好，谢谢徐永明委员代表时代力量党团所做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第二位提案人余婉如委员说明68案、75案、78案一并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各位立院同仁，大家好哈。就前阵子我提出这个带婴儿到异场这件事情哈，引起了轩然的大波。那有人批评我自肥，也有人称赞说这很进步哈。然后甚至有人翻出国外国会异场的女性带小孩进异场的照片，觉得这个很正确。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问我要不要带小孩到异场，说实在话，我有很多的顾虑。好，我会担心，就是说小朋友会不会因为很多人，然后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或者是说有人对他用轻蔑，或者是说不屑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让他长大有心灵的阴影，甚至是说对于说带一个小孩在身边工作，会不会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方式？可能不是哈。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提出这个修法，主要是因为希望台湾社会能够看到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让孩子可以陪你一起去工作的可能性。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我们大人带小孩去上班，真正为父母设下这堵墙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彼此。我们为了追求工作的效率，为了划清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不断地强化这堵墙，带孩子是你的私事，不要把你的私事带进公司。也因此，我们看到了单亲爸妈在求职的过程里面求助无门。我们看到了很多女性到了30岁变成她职涯发展的天险。我们更看到了台湾的女性的这种劳动参与率的这种，还有经济上面的这种隐形的压力后。但是我们要谈的是说，带孩子真的是父母亲的私事吗？我们看到这些年来随机杀人事件频传，社会上人心惶惶。在表面上那些脱序失控的个人背后一看，我们刚刚看到家庭的失能，看到社会支持系统的无能为力，还有更多迷失在升学考试里，或者是在街头上对人生惶惶不知所措的孩子。这些孩子对社会失望了，这些孩子真的只是父母的失事吗？整个社会对这些孩子难道没有责任吗？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干脆立法要求公司可以让小孩子一起带进来，让父母带小孩去上班？我认为这个理想很好，但是我不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可以用法律强制出来的。真正的进步是我们所有人对彼此多一份体贴，多为对未来多一份远见，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所以我提出这条修法，不是以为说开放孩子进入国会就以为就能够解决拆掉这堵至少门前雪的这个高墙，而是因为我们身为民意的最高殿堂，固然更应该要谦卑，不要以为自己用法律一夕之间拆掉这堵高墙，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要自我要求，不要为这堵墙再加上一块砖。所以这个立法的意义，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拿掉这堵高墙上面一个叫做立法院的砖。那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谢谢。好，谢谢余婉如委员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说明。主席、各位同仁，本人所提出来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相关条文，在这一个议事文件的这一个215页以下啊。那主要是就这个国会的调查权及国会的听证权的行使，那么修改这个原来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第8章，那另外新增的第8章之一的听证权，然后另外配合
相关的调查权及听证权的这一个行使呢，增订了第十二章之一的罚则的专章。那因为这个五八五号的大武关市之五八五号的解释哦，这一个赋予了立法院就其为了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立法职权哦，认为本其固有权人可以享有一定的调查权，但是在五八五号解释之后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够透过立法的方式，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明定调查权行使的一个具体的内容。那因此这一次由这一个民进党党团来提出相关的国会改革法案，那因为本人负责帮忙有关这个调查权跟听证权的行使的这个部分，那本来在第八届立法院党团就已经提出一个版本，我在根据这个第八届已经由各相关的立法委员所帮忙拟具的这个调查权跟听证权的行使呢，在这个前人的智慧之下啊，那在拟具这个相关的条文，那就教跟供大家来指正就教啊。那主要是将这一个原来的调阅委员会及调阅小组呢，把它修改为明定为立法院的调查委员会跟委员会的调查专案的小组，那将相关的设立程序跟它的行使的方式来加以明定。那在相关的这一个调查委员会及调查专案小组，以及为了行使调查权，以全院委员会的为了补选副总统，还有弹劾总统、副总统，或者审查行使同意权，以及为了审查院会交付的议案，可以举行听证会，这样相关的这一个内容加以明定。那最主要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五八五号解释，是认为说相关的调查权的行使及听证权的行使都要透过院会的决议，所以这相关的条文里面再包括它的启动以及到最后要进行决议，要进行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愿意来配合列席提供证言或为虚伪陈述的部分呢，也都是经由院会的决议来送交处罚。也就是说相关的这一个调查委员会或者调查专案小组，或者为了行使听证权，对于所因为没有办法配合或者为虚伪的陈述的人要进行惩罚的时候呢，也都还要再回到院会去，但是并不是由院会本身来决议处罚的内容，而是由院会决议之后将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一个送到这一个所在地的高等行政法院来加以处罚。那这个主要是避免毕竟立法院作为一个政治角力相当激烈的一个场域，来就有没有正当理由，或者有没有行政特权，或有没有法律依据来拒绝来配合来提供调查权或听证权的行使的当的这个概念上的处理，避免成为一个政治角力的一个结果呢，我这边的草案还是将这一个处罚的这个权限最后放到了高等行政法院。那如果对高等行政法院的不服的时候呢，还是可以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那另外特别要说明的就是说，处罚的对象在调查权的行使方面是只限于政府机关或者公务人员，不包括这一个一般的民众。那么在听证的这个行使上面，有它的含涉的范围会比调查权的行使要稍微广泛一点，但是呢，也不包括行使同意权的听证会哦，也不包括行使同意，也就是说行使同意权的听证会是不能够加以处罚的。那么在调查权的方面的不配合，也只有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可以处罚。那另外处罚的方法也只限于罚款哦，也只限于罚款啊，主要是因为五八五号的解释也只提到可以处以罚款，所以并没有相关的刑责的规定哦。那以上这一个条文的内容呢，我想还有很多可以很多不完美、不完足的地方了哈。
那只是希望进入到实质讨论的时候呢，能够听取各位的意见，那再做一个更完善的一个修正。那当然也包括可能要必要，再举行相关的公听会，请学再就教与学者专家。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顾立雄委员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提案人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不在。赵天麟委员，赵天麟委员，赵天麟委员不在。张廖万坚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张廖万坚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请国民党党团代表，国民党党团代表，国民党党团代表不在。民进党党团代表，民进党党团代表，民进党党团代表不在。那么我本人的这个说明，我今天就不说明哦，我等下一次这个报告询答的时候，一并利用质询的时间来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个条文宣读之前啊，我们先休息五分钟，让各位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离席啊，然后让我们主席台的会务人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上个厕所，准备喉糖跟茶水啊，谢谢。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来宣读提案，请宣读。第一案，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三页。第三条，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采计票、记名投票，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应退出政党活动，并本公平中立原则，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增订第三项，立法院应设置国会频道，会议实况需及时转播，并全程录影录音，影像之拍摄应实际呈现会议全貌，但秘密会议之录影录音不公开之。增订第四项，前项国会频道之规划建制及维运管理等相关事项，由秘书处统筹办理。第16条，秘书处长拟下列事项：第一款至第12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13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建制及维运管理等相关事项。第二案，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7页。第3条。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采记名投票，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2项，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增订第3项，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应退出政党活动。增订第4项，前项政党活动之界定及应遵行事项，由立法院纪律委员会定之，提报院会后施行。第7条，第1项与现行条文同，增订第2项。程序委员会排定议程，不得阻却提案。第16条，秘书处长拟下列事项：第1款至第10款与现行条文同；第11款，关于各委员会旁听规则与媒体采访之事项；第12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设计建制及时转播议事及运用事项；第13款，其他有关秘书处业务事项。14款，不属其他处局中心管制事项。前项第十二款有关国会频道之规划、开发建制及维运管理等事项，由秘书处统筹办理。第18条，公报处长拟下列事项：一、关于本院会议、党团协商、常设委员会会议、特种委员会会议、调阅委员会会议。调阅专案小组会议，经立法院会议决议或决定设立之小组及听证会或公听会之录影录音转播事项。二、关于本院会议、党团协商、常设委员会会议、特种委员会会议、调阅委员会会议、调阅专案小组会议，经立法院会议决议或决定设立之小组及听证会、公听会之述记事项。第3款至第6款未修正。第2项，前项第1款录影与国会频道之议事转播及立法院议事转播网际网路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等议事转播状态，其影像之拍摄应以会议主席取得发言权或会议室全景画面，以足以实际呈现会议全貌为主。第3案，委员赵天麟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删除第7条条文草案。第4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17页。第3条，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采记名投票，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应退出政党活动，不得担任政党职务，严守政治中立，依法公正执行职务，并应本于公平公中立原则，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因故出缺时，由立法委员补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准用第1项之规定。第5条，立法院会议除秘密会议外，公开举行，不得禁止采访及旁听。
行政院院长或各部会首长得请开秘密会议。立法院会议实况应全程录影录音，影像之拍摄应呈现会议全貌，影音讯号以不经剪辑、不加旁白、不设主持人之方式播出。前项录影录音、录音录影应于立法院所设网站、国会频道及其他媒体公开之，但秘密会议不在此限。第五案，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及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21页。第三条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为改修正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应退出政党活动，不得担任政党职务，严守政治中立，依法公正执行职务，并本公平中立原则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第13条。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之任期至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之日为止，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于任期届满前去职，应经院会同意之。第二项、第三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六案，委员李坤哲等17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24页。第三条，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采记名投票，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立法院院长应退出政党活动，不得担任政党职务，严守政治中立，依法公正执行职务，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第五条第一项未修正，增订第二项第一项第二项未修正，增订第三项。立法院会议实况应全程录影录音，并透过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及时转播，影像之拍摄应实际呈现会议全貌。第七案，委员刘思芳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五条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26页。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未修正，增订第三项为：立法院应设置国会频道，会议实况需及时转播，并全程录影录音，影像之拍摄应实际呈现会议全貌，但秘密会议之录影录音不得公开，但经全院委员会同意后不受此限。第四项，前项国会频道之规划、建制及维运管理等相关事项，由秘书处统筹办理。第16条，秘书处长理下列事项：第一款至第12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13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建制及维运管理等相关事项。第八案，委员林敬宪等20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30页。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未修正，第三项修正为增列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应退出政党活动。第四项，前项锁定政党活动之界定及应遵行事项，由立法院纪律委员会定之，提报院会后施行。增订第5条之一、第15条之一，立法院应设置国会频道，以及时转播议事。国会频道之规划、开发、建制及维运管理等事项，由秘书处统筹办理。前项国会频道及立法院议事转播网际网路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之议事转播，就影像拍摄应以会议主席取得发言权或会议室全景画面，实际呈现会议全貌。第18条，公报处长理下列事项：一、关于本院会议、党团协商、常设委员会会议、特种委员会会议、调阅委员会会议、调阅专案小组会议，经立法院会议议决或会议决议或决定设立之小组及听证会或公听会之录音转播事项；二、关于本院会议、党团协商、常设委员会会议、特种委员会会议、调阅委员会会议、调阅专案小组会议，经立法院会议决议或决定设立之小组及听证会、公听会之述记事项。第3款至第7款与现行条文第2款至第6款同，系款次变更。增订第2项，前项第1款录影及前项国会频道之议事转播及立法院议事转播网际网路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之议事转播，针对影像之拍摄，应以会议主席取得发言权或会议室全景画面为主，
实际呈现会议全貌。第九案，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及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34页。第三条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修正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应超出党派以外，不得兼任党职以及从事政党以及从事党务活动，违反者应立即辞去立法院院长、副院长职务。立法院院长应严守公平中立原则，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必要时得指挥国会警察排除议事干扰。第十六条，秘书处长拟下列事项：第一款至第十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十一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设计、建制、转播及运用事项；第十二款有其他有关秘书处业务事项；十三，不属于其他处局中心管制事项。增订第二项，前项第十一款有关国会频道之建制及转播得委托电视台执行。第十案，委员江启臣等22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案。第五条，立法院会议公开举行，必要时得开秘密会议。行政院院长或各部会首长得请开秘密会议。立法院应设置国会频道，透过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路，及时全程转播本院会议、委员会会议及党团协商实况，并应全程录影录音。秘密会议之录影录音得不公开，但经全院委员会同意公开者，不受此限。前项国会频道之规划、建制及维运管理相关事项，由秘书处统筹办理、统筹管理。第十六条，秘书处长拟下列事项：第一款至第十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十一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设计、建制、转播及运用事项；第十二款、十三款系现行条文十一款、十二款同。增订第二项，前项第十一款有关国会频道之建制及转播的委托电视事业团体执行。第十八条，公报处长拟下列事项：一、关于本院会议、委员会会议及党团协商之录影、录音及转播事项；二、关于本院会议、委员会会议及党团协商之速记事项。第三款至第六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十一案，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六条，秘书处长拟下列事项：第一款至第十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十一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设计、建制、转播及运用事项；十二款、十三款系现行条文十一款、十二款款次变更。第二项，前项第十一款有关国会频道之建制及转播得委托电视事业团体执行。第十二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45页。第十五条，立法院设下列各处局管中心：第一款、第二款与现行条文同；第三款除第一款至第十款除第三款修正外，其余现行条文同。第三款修正为国会媒体资源中心。第十八条，国会媒体资源中心长拟下列事项：一、关于本院会议及委员会会议之录影录音、剪辑制作、后设资料、检索浏览、格式转换、数位片库储存及转播等事项；第二款至第六款与现行条文同，增订第二项，前项第一款录影及转播影像拍摄，应以会议主席取得发言权或会议室全景画面为主，实际呈现会议全貌，并得委托民间机构以多元方式公开播送。第24条，立法院至处长四人，职务列检任第12职等至第13职等；副处长四人，职务列检任第11职等至第12职等；秘书9人，职务列检任第10职等至第12职等；编审8人，高级分析师、
2人至3人，主任1人，职务列检任第10职等至第11职等，科长25人至28人，职务列检任第9职等，专员23人至第20至28人，计政1人至二人，编译3人至5人，分析师3人，职务均列建任第7职等至第9职等，设计师5人至6人，管理师7人至8人，药师1人，职务均列建任第6职等至第8职等，护士长1人，技师2人至4人，科员48人至59人，职务均列委任第5职等或建任第6职等至第7职等，助理管理师9人，操作员7人至8人，护士2人至4人，药剂生2人，检验员1人，病历管理员1人，记佐1人至2人，职务均列委任第4职等至第5职等，其中助理管理师5人，操作员4人，护士2人，药剂生1人，检验员1人，校对员8人，记佐2人，职务得列建任第6职等，办事员18人至24人，职务列委任第3职等至第5职等，书记34人至38人，职务列委任第1职等至第3职等。第2项未修正，第27条之3，国会媒体资源中心至主任1人，职务列检任第12职等至第13职等，副主任1人，职务列检任第11职等至第12职等，秘书1人，职务列检任第10职等至第12职等，编审2人，职务列检任第10职等至第11职等，科长6人，职务列建任第9职等，专员5人，建任1人，职务均列建任第7职等至第9职等，编辑6人至8人，职务均列建任第6职等至第8职等，科员4人，技师4人，数据员40人至60人，职务均列委任第5职等或建任第6职等至第7职等，校对员12人至16人，记佐4人至6人，职务均列委任第4职等至第5职等，办事员4人，职务列委任第3职等至第5职等，书记1人，职务列委任第1职等至第3职等。第13案，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10条之及第35条条文修正案。第10条，立法院依宪法第67条之规定，设下列委员会。第1款至第10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5款为教育及科技委员会。第6款、第7款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8款为社会福利及卫生委员会。第9款环境及人员委员会。10文化及传播委员会。11农业委员会。12国发及劳动委员会。第2项未修正。第35条，第1项、第2项未修正，增列第3项。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自立法院第某届立法委员就职日起施行。第14案，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增订第9条之1条文草案，请参看第53页。第9条之1，立法院为监督两岸事务及其重大突发事件之决策及执行与执行，设两岸事务监督委员会，其组织规程另定制。第15案，民进党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看第57页。第3条，第1项、第2项未修正，增订第3项，立法院院长、副院长退出政党活动。第15条之1，系新增，立法院应设置国会频道，以及时转播议事，但第5条锁定秘密会议不在此限。国会频道之规划、开发、建制及维运管理等事项，由秘书处统筹办理。前项国会频道及立法院议事转播网际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之议事转播，就影像之拍摄，应以会议主席取得发言权或会议室全景画面为主，实际呈现会议全貌。第16条，秘书处长拟下列4项，第1款至第12款与现行条文都未修正，增订第13款，关于国会频道之规划、建制及维运管理等相关事项。
第十八条，公报处长理下列事项：一、关于本院会议、党团协商、常设委员会会议、特种委员会会议、调查委员会会议、调查专案小组会议、经立法院会议决议或决定设立之小组及听证会、公听会或公听会之录影、录音、转播事项；二、关于本院会议、党团协商、常设委员会会议、特种委员会会议、调查委员会会议、调查专案小组会议、经立法院会议决议或决定设立之小组及听证会或公听会之述记事项。第三款至第六款与现行条文同步修正。前项第一款录影、录音、转播事项，应遵守第十五条之一、第三项之规定。请参看第六十二页，委员徐国勇等二十三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条文修正案。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以记名投票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十七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一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及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八条，各委员会开会邀列席人员时，得邀请政府人员及有关系之社会人士到会，就所询事项说明事实或发表意见。第九条，征订第四项为，各委员会会议实况应全程录影、录音及电视公开转播，而会议经过及决议应列书面记录，刊登公报为秘密会议之录影、录音。不公开之。第十八案，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之事，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年组成或复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四条末句增列，召集委员因故无法主持会议时，应指定同委员会委员一人代理主持。第九条，各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并设置旁听席，但经院会或召集委员会议决定，得开秘密会议。以下第二项及第三项与现行条文同，征订第四项及第五项为，除涉国家安全、外交、国防机密而决定不公开之秘密会议外，不得禁止媒体采访及任何人申请旁听。有关委员会、媒体、公民记者旁听规则，由立法院定之。第二十二条，征订第四项为，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至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第十九案，委员陈明文等二十六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之四，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一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复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四条，各委员会会议以召集委员为主席，召集委员因故无法出席会议，应指定同委员会委员一人代行其职权。第四条之一，各委员会之议程应由召集委员决定之。第九条，各委员会会议应公开举行，不得禁止媒体采访及中华民国国民旁听，但经院会或召集委员议决定，得开秘密会议。在会议进行中，经主席或各该委员会委员三分之一以上提议，得改开秘密会议。应委员会之请而列席之政府人员，得请开秘密会议。委员会旁听规则，由立法院定之。第二十二条，征订第四项为，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至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第二十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及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八条，各委员会开会时，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第九条，各委员会会议应公开举行，不得禁止采访及旁听，但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而决议不公开之秘密会议，不在此限。
各委员会会议得经立法院院会或各委员会决议改开秘密会议，在会议进行中，经主席或各该委员会委员五分之一以上提议，得决议改开秘密会议。应委员会之请而到会被询之政府人员，得请开秘密会议，由各该委员会议决之。第二十一案，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一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及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八条，各委员会开会时，应邀列席人员必要时得邀请相关学者专家就所询事项说明事实或发表意见。第九条，征订第四项及第五项为各委员会会议除秘密会议外，得全程录音录影转播，除出列席及会务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经会议主席同意后，使得进入旁听。第二十二案，委员李俊毅等三十二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及第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第九条，各委员会会议应公开举行，不得禁止媒体采访或旁听，但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机密而决定不公开之秘密会议者，不在此限。各委员会会议经院会或召集委员会议决定，得开秘密会议。以下第三项及第四项与现行条文第二项及第三项同。第十条之一，各委员会于议案审查完毕后，应就该议案应否交由党团协商予以议决，但审查会决议保留条文之条文数为该法案总条文数三分之一或以上者，应继续审查，不得提报院会。第二十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之四，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一人，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互选产生，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使得为召集委员：一、于该委员会担任二年以上委员者；二、于该委员会担任一次以上召集委员者。该委员会委员皆未具有前项资格时，由各委员会委员互选之；召集委员出缺时，依本条规定办理；召集委员选举及补选办法另定之。第二十四案，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第四条及第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之四，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一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四条，各委员会会议以召集委员为主席。第四条之一，各委员会之议程应由召集委员决定之。第二十五案，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十七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立法院各委员会席次至少为八席，最高不得超过十席。第十七条，预算案之审查召开全院各委员会联席会议时，以财政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第二十二条，征订第四项为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自立法院第某届立法委员就职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案，委员段宜康等十六人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之四，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一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年首次会期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四条，各委员会会议以召集委员为主席，召集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应指定同委员会委员一人代行其职权。第四条之一，各委员会之议程应由召集委员决定之。第六条之一，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应于每会期邀请各该委员会委员拟定该会期之立法计划，必要时得邀请相关院部会人员列席说明。第九条，各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但经院会或召集委员决定，得开秘密会议。以下第二项及第三项与现行条文同。第二十二条，增订第四项为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自立法院第某届立法委员就职日起施行。
第27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提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之四，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一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年首次会期复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第四条，各委员会会议以召集委员为主席，召集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应指定同委员会委员一人代行其职权。第四条之一，各委员会之议程应由召集委员决定之。第六条之一，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应于每会期邀请各该委员会委员拟定该会期之立法计划，必要时得邀请相关院部会人员列席说明。第九条，各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但经院会或召集委员决定，得开秘密会议。以下第二项及第三项与现行条文同。第二十二条增订第四项为：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自立法院第十届立法委员就职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七十条及第七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第七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与现行条文同。第四项及第五项修正为：议案进行协商时，应全程录影录音，并及时于立法院议事转播网际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 IVOD 系统公开直播，另逐字记录并同协商结论刊登公报。协商仅得就审查会决议保留条协商条文协商之，协商结论应由提出修正之党团或提案委员以书面附具条文及立法理由，并同协商结论刊登公报。第七十一条之一，议案至交党团协商后，应于一周内召集协商，于两个月无法达成共识者，应进行依序交付期满后之最近院会，以记名表决方式处理之。第二十九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八章调查权之行使。第十五条，立法院为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立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会之决议设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议案或与行使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前项调查权之行使于必要时得就特定事项委任立法委员以外之人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协助调查之，其组织及运作等事项另以法律定之。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经院会决议得举行听证，要求有关人员出席提供证言及文件资料物件。关于听证之事项，依本法第九章之规定。第四十六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设立，均应于立法院会期中为之，但调查权之行使不在此限。前项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之名称、委员调查事项与目的、调查方法、限期，应分由院会或委员会议决之，但调查小组之调查方法为调查文件原本或举行听证会要求陈述证言或鉴定报告者，应提报院会同意后使得为之。第四十六条之一，调查委员会之成员由立法院各政党依其在院会之席次依比例推派之，为每政党至少一人，并得由政党变更其成员。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由各该委员会之委员互选，任其均至调查权行使期限届满或调查程序停止终结、调查报告书提出时为止，但调查委员会小组及调查委员之任期最长不得于当届任期。调查小组委员因委员会重新分配席次至未参加原各该委员会时，即应解任，其遗缺由设立调查小组至各该委员会依第一项方式递补之。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委员变更如累计超过设立时二分之一者，调查程序视同终结。调查委员会及调查专案小组应至召集委员一人至三人，由所属成员复选之。第四十七条，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为行使调查权，得对政府机关、部队、公法人、团体调查档案册及相关资料及进行询问，于必要时至迟应于指定日之前七日通知相关人员于指定地点询问之。
前项询问应有调查委员三人以上在场，其经立法院运会决议者，相关人员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拒绝回答，且应详实答复，于询问笔录中签名。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公法人、团体提供参考资料，受要求之机关、部队、公法人、团体除续名有得拒绝提供之正当理由外，应于7日内提供之。但相关资料原本业经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先为调取时，应提供副本。被调查资料之机关在调阅期间，应指派专人将调阅资料送达立法院指定场所，以供查阅，并负保管责任。第48条，政府机关或公务员违反本法规定，于立法院调查、询问、听证或调阅相关资料时，无正当理由而有拒绝、拖延、隐匿或提供不实资讯之行为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之罚款，并得连续处罚之。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亦可以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并送请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纠举或弹劾。同时，设有犯罪嫌疑者，移送司法机关追诉及审理。前项处罚案程序委员会应即编列议程提报院会，并不得交付党团协商。对有关机关或相关人员之罚款处分，应以立法院名义为之。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得于处分送达之次日起2个月内，竟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罚款金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者，移送受处分者该管法院，竟依行政执行法规定执行之，不受行政执行法第42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第48条之一，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吸取其全部或一部。前项资料之封存或吸取，应经该机关、部队、公法人、团体之首长或负责人之允许，除有妨害国家重大利益者，不得拒绝。凡吸取之资料，该主管机关应签章证明，由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给予收据。第49条，调查委员会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指派之，调查专案小组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或主办委员会就各该委员会人员中指派之。调查委员会及调查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聘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或请求院长指派专业人员协助之。第50条，立法院所谓调阅文件是原本及一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机密之文件，现由各该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委员顾问或院长指派之专业人员亲自查阅之。前项文件不得悉离查阅场所，但经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决议同意，并向保管人员登记姓名、时间及内容，切结负保密责任者，得重点抄录。受要求调阅之文件及原本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机密文件之政府机关购，在调阅期间应指派专人将受调阅文件送达调阅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指定场所，以供查阅并负保管责任。第50条之一，调查人员于必要时得知会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协助。调查人员于调查时遭遇抗拒或为实施保全证据，得通知均线机关协助为必要之措施。调查人员在调查时如认为案情重大，或被调查人有逃亡之余者，得通知有关机关予以适当之防范措施。立法院于必要时得就指定之事项委托其他机关调查，受委托之机关应即进行调查，并以书面答复。第51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应于调查处理程序终结后20日内，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书及处理意见。作为院会或委员会处理该议案或行使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之依据，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于必要时得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报中间报告。提报后，院会或委员会得经委员提案议决停止调查。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在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后得进公开，其中间报告在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后并经决议停止调查者一同。调查报告书及中间报告之事项不适用党团协商之规定，亦不得交付党团协商。
第52条调查报告书及处理意见未提出前，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委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或保管人员对调查之进行所涉事项负有保密之义务，除经议决为告发犯罪或听证会议公开者，不得对资料内容或处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于调查报告之及处理意见提出后，仍应依相关法令规定保密，并依秘密会议处理之。第53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业小组未提出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前，院会或委员会对该议案或行使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不得为最后之决议，但已于院会或各该委员会议决之时限或已向院会提出中间报告者，不在此限。前项调查专案小组之调查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应经该委员会议决后，并同该议案或行使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提报院会处理。第9章，听证会及公听会之举行。第54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未行使调查权，全院委员会未补选副总统、弹劾总统、副总统或行使同意权时，应举行听证会。各委员会未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公听会。听证会及公听会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国防或国家机密保护法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第54条之一，举行听证会时，调查委员会调查或对调查专案小组以召集委员一人为主席，全院委员会以院长为主席，调查委员会全院委员会举行之听证，全体立法委员均得出席。调查专案小组举行之听证，该委员会所属委员均得出席。部署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委员于听证会时得列席旁听，必要时并得以证人之身份受邀列席听证会陈述证言。第54条之二，听证除应秘密事项外，应公开举行之，但对个人隐私有重大危害者，或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机密事项者，得经决议改为部分不公开或秘密会议行之。前项但书规定，于总统、副总统、政府人员、副总统候选人及同意权行使对象不适用之。公开之听证，传播媒体得采访报道，除有妨害听证程序之情形外，不得禁止。第54条之三，不公开之听证，所有与会人员对于应秘密事项负有保密之义务。前项应秘密事项，由主席于听证开始时宣示之，并得于听证程序进行中随时补充宣示。第54条之四，听证应以书面载明日期、程序、作证事项及违反作证或鉴定义务，得为之处置。于听证日十日之前送达应出席人员及证人。证人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拒绝到场或拒绝作证。同一听证连续举行时，得由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之日期，不受前项所定十日之限制，但仍应发出书面通知。第54条之五，听证对听证目的或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之人，得于听证举行7日前向立法院申请担任证人，或于听证程序中申请传唤其他证人。前项听证之主席应于听证举行2日前或于听证程序进行中决定证人名单，证人应于提供证言前宣示或拒绝，证人提供证言应遵守被要求作证之范围。证人发言逾越作证事项时，主席得予制止，证人得请求支领交通费及出席费。第54条之六，证人得以提出文件资料或其他物件之方式以代替或辅助其陈述，出席委员或其他证人对于证人之陈述、文件资料或物件得提出异议，经主席决定拒绝者不得提出，但出席委员对于主席决定有异议时，得经议决定之。第54条之七，主席或出席委员于听证中得就听证事项对证人提出诘问，或要求证人对质，证人于听证会对于不释法之诘问、逾越听证目的之诘问、侵害其个人隐私权或其他基本权之诘问，得拒绝证言，证人拒绝证言者，应叙明拒绝之原因，请求主席之许可。第54条之八，听证应全程录音及录影，并由述记人员详为记录，除不得公开之部分外，刊登公报。听证应于结束后，依主席所定期限提出听证报告，经主席核定签名后，除不公开之部分外，送交立法院全体委员及出席委员。
听证报告应包括证人之陈述、出席委员之诘问与证人之回答、提出之文件资料与物件、相关异议之处理结果。证人提出之文件资料及物件，其所有权非属于国家或以发还本人或原管理机关为适当者，得以相片或其他方式记录重要特征后，即为发还。第54条之9，出席委员会证人对听证报告内容有异议者，应于报告送达后7日内以书面向主席提出，由主席决定之。第54条之10，公务员于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业小组举行听证时，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席、拒绝陈述、拒绝提出文件资料或物件，或为虚伪之陈述或提供不实文件资料或物件者，应依第48条第1项之规定处理。非公务员有前项之行为，除得经立法院院会决议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下之罚款外，若设有刑事犯罪之嫌疑者，得移送司法机关追诉处罚之。第54条之4，第一项及前项所称正当理由，除有本法第54条之7所定之情形外，准用刑事诉讼法证人拒绝证言之规定，由主席决定之。第56条，公听会以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并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场列席表达意见。前项受邀列席人员应依正反意见之相当比例邀请，并以不超过15人为原则，其人选由各委员会决定之。受邀列席人员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列席。第57条，举行公听会之委员会应于开会日7日前，将开会通知、议程等相关资料以书面送达受邀列席人员，并请其提供口头或书面意见。同一议案举行多次公听时，得由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日期，不受7日之限制，但仍应发出书面通知。立法院对受邀列席人员得酌发出席费。第58条，委员会应于公听终结后10日内，依受邀列席人员所提公之正反意见提出公听报告，除不公开者外，送交立法院全体委员及列席者。第57条之1，对受聘为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之顾问专业人员，或接受预备询问列席听证会之证人或鉴定人，得酌发报酬及相关费用，其自己标准由立法院定之。第30案，委员赖瑞龙等17人提案，立法院咨询刑事法第15条之2及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第15条之2，第一项与现行条文同，第二项修正为总统就其职权相关之国家大政方针，每年得定期知请立法院同意后，自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第8章调查权之行使。第45条，立法院为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会1/2以上委员之同意，设调查专案小组，其组织及运作方式另以法律定之。以下第二项及第三项与现行条文第一项及第二项同。第31案，委员苏巧慧等24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9条，第一项未修正，同现行条文。第二项，增列第二项，法律案经有关委员会审查，其通过条文数超过审查总条文数2/3以上者，使得提报院会讨论。第三项及第四项由现行条文第二项及第三项递改。第68条，未协商议案或解决争议事项，各党团得请求进行党团协商。法律案、预算案经委员会审查，提报院会讨论后，其保留之部分，各党团得请求党团协商。立法院院会于审议未列入党团协商之议案时，如有出席委员提出异议，10人以上联署或复议，该议案即交付党团协商。第4项由现行条文第三项递改。第69条，党团协商会议由各党团负责人或干部出席参加，并由最大党团负责人主持。最大党团负责人因故不能主持时，由最大党团干部主持。第二项未修正，同现行条文。第70条，第一项及第二项未修正，第三项后条文为：依第68条第三项提出异议之委员，得向负责召集之党团以书面签名推派2人列席协商说明。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影录音记录协商过程之全程记录协商结论，均应刊登公报。前项协商之
录影应于国会频道、立法院网际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及时播出。委员会已通过之条文或决议，不得列入协商。协商结论如与审查会已通过之决议或条文有明显差异时，视同无法达成共识，由院会定期处理。第72条除第一项倒数第三行，并由院会就异议部分进行讨论，经讨论后由院会就异议部分表决，其余同现行条文。第74条之一，本法第8条锁定进附二读之议案，各党团得请求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提案委员或所属党团负责召集，并适用本法第70条至第74条之规定。第32案，请看第129页。第32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70条除第4项，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影录音记录，于立法院所设网站、国会频道及其他媒体公开之。协商中出席委员及列席委员之发言，应由速记人员详为记录，并同协商过程及结论刊登公报。其余各项未修正，同现行条文。请看第134页。第33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25条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除末句为亦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其余从现行条文。第三项未修正。第四项，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规定，到会备询人员所为答询，准用本条规定。第45条，立法院经院会或经各委员会之决议，得要求有关机关、法人、人民团体或个人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参考资料，院会或各委员会于必要时得经院会或委员会之决议，向有关机关调阅前项议案所涉及事项之文件原本。第46条，调阅文件之时间不受会期限制。第47条，第一项除首句为受要求调阅文件之机关、法人、人民团体或个人，其余同现行条文。第二项除首句为被调阅文件之机关、法人、人民团体或个人在调阅期间，其余同现行条文。第48条删除。第49条，经院会决议调阅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指派之；经各委员会决议调阅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就各该委员会人员中指派之。院会及委员会于必要时得请求院长指派专业人员协助之。第50条，院会或各委员会所调取之文件，现由立法委员、各该委员会之委员或院长指派之专业人员亲自查阅之。前项文件内容涉及经核定之国家机密者，原核定机关应以书面核准立法委员或院长指派之专业人员知悉或使用。前项立法委员及院长指派之专业人员应按该国家机密核定等级处理及保密。第51条，院会或各委员会应于文件调阅处理终结后20日内，指派参与调阅之委员若干名提出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作为处理该特定议案之依据。第53条第一项除首句为前条受指派委员未提出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前，于同现行条文。第二项受委员会所指派委员提出之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应经该委员会议决后提报院会处理。第九章委员会之公听会。第54条，各委员会未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依宪法第67条第二项之规定举行公听会，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陈述证言，表示意见并提供相关资料。前项出席人员人选由各委员会决定之，各委员会应注意公听会出席人员人选之多元性与代表性，应邀出席人员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席。第56条，公听会以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主席或出席委员于公听会中得就公听会事项对出席人员提出诘问，或要求出席人员对质。公听会如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第56条之一，受邀出席之政府人员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员于必要时经主席同意，得由律师、相关专业人员或其他
辅佐人在现场协助之。第五十六条之二，出席人员除有下列情形者外，其据其应据其所知如实为完全陈述，并提供相关资料，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一、涉及行政特权事项或经总统依其国家机密特权决定不公开之事项；二、逾越公听会之目的所提出之诘问或对质；三、一、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得拒绝证言之事项；四、涉及个人隐私或个人受其他法律保护之秘密事项。五十七条，举行公听会之委员会应以通知书载明下列事项，准用行政程序法有关送达之规定，于公听会十日前送达之：一、会议主题；二、受邀出席之有关机关或人民之姓名或名称及其住居所、事务所或营业所；三、公听会举行之时间、地点；四、公听会之程序；五、作证或鉴定事项；六、有关之权利及义务；七、证人得接同辅佐人到场；八、对违反作证或鉴定义务得为之处置；九、其他应注意或遵行事项。第二项未修正。第三项，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人员得酌发出席费及相关费用，其之给标准由立法院定之。第五十七条之一，公听会应作成公听会记录，前项公听会记录应载明出席人员所为陈述或发问之要旨及其提出之文书证据，并记明出席人员于公听会进行中声明异议之事由及主席对异议之处理。公听会记录得以录音录影辅助之。公听会记录当场制作完成者，由陈述或发问人签名或盖章；未当场制作完成者，由主席指定日期场所供陈述或发问人阅览，并由其签名或盖章。前项情形，陈述或发问人拒绝签名、拒绝签名盖章或未于指定日期场所阅览者，应记明其事由。陈述或发问人对公听会记录之记载有异议者，得及时提出；主席任异议有理由者，应予更正或补充；无理由者，应记明其异议。第五十八条，委员会应于公听会终结后十日内，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见提出公听会报告，经主席核定签名后，除不公开之部分外，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出席者，并将得公开之公听会报告刊登公报。前项公听会报告应包括出席委员之诘问与之出席人员提供之证言、意见、资料及相关异议之处理结果。第五十九条，立法院院会或委员会于相关决议作成时，应具体说明公听会报告意见采纳之情形或未采纳之原因。第七十五条之一，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或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席答复询问或提供相关文件或资料者，得经院会或委员会之决议为下列处置：一、移送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纠举或弹劾；二、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下之罚款，前项罚款处分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得于处分送达之次日起二个月内，进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七十五条之二，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或五十六条之二规定，为虚伪陈述或提出内容虚伪不实之资料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百万以下罚金。请看第一百四十四页。第三十四案，委员尤美女等二十四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八章调查权之行使，第四十五条，立法院为行使宪法及宪法征修条文赋予之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会之决议设调查小组，对与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调查权之行使，于必要时得就特定事项委任立法委员以外之专业人士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协助调查之，其组织规程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六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设立，均应于立法院会其中为之，但调查权之行使不在此限。前项调查委员会及调查小组之名称、委员、调查事项与目的、调查方法，应分由院会或委员会议决之。
第46条之一，调查委员会之委员由各党团依其在院会之席次比例限期推派，但每党团至少一席，欲其视为弃权，推派后并得由党团变更之。调查小组委员由各该委员会委员全体担任或互选之，但全院委员会所设调查小组之委员比照调查委员会产生方式推派或变更，前项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委员最多不得超过15席，均应至召集委员一人，由委员互选之。调查委员会及调查小组委员任期均是调查权行使期限届至为止，但调查小组委员因委员会重新分配席次，是未参加原各该委员会时，即应解任，其遗缺由设立调查小组之各委员会依第一项方式递补之。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未行使调查权，得以其名义对外行文，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委员变更，如累计超过设立时二分之一者，调查程序视同终结。第46条之二，调查权之行使不得逾越调查事项与目的，亦不得侵害国家机关受宪法保障独立行使之职权。对于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行使调查权之要求，受要求之机关受要求之政府机关括号购其所属人员及其他有关之法人团体个人括号以下简称有关机关或人民，无本法所定事项，不得拒绝。政府机关对于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行使调查权之要求，主张行政特权或以其属宪法保障独立职权事项之范围而拒绝时，应由该政府机关所属最高上级机关首长将其主张之具体理由公开声明，并函送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对前项之声明，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不接受时，双方应限期进行协商。政府机关拒绝协商或经协商未获共识仍拒绝调查之要求时，立法院得依第48条规定对拒绝调查者为相关处置。第46条之三，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行使调查权之方法，一、要求提供文件副本参考资料；二、要求调阅文件原本或机关或机密文件；三、举行听证会，要求证人、鉴定人陈述证言或鉴定报告；四、其他与受调查要求之有关机关或人民协商后双方合意之方式。第46条之四，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专业及工作人员由秘书长就相关常设委员会人员指派之，但调查过程之录音录影记录所需工作人员及不足之专业人员就其他单位人员指派之，必要时并得经院长同意以契约委任专家学者担任顾问专业人员协同调查。前项顾问提供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有关调查事项之咨询，专业人员协助收集有关资料文件，办理预备询问听证会及研拟相关调查报告，不属于顾问专业人员之其他事项由工作人员为之。第47条，受要求提供文件副本参考资料之有关机关或人民，除依法律或有正当理由经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召集委员同意者外，应于5日内提供之。受要求调查文件原本及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机密文件之政府机关括号购，在调阅期间应指派专人将受调阅文件送达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指定场所，以供查阅，并负保管责任。第二项文件或资料业经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先为调取，至未能提供原本或副本时，有关机关或人民应向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要求提供该文件之副本后，提供立法院。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亦得尽向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要求提供该文件之副本。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受前项要求时，应即提供。第47条之一，立法院所调阅文件之原本及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机密之文件，现由各该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委员顾问及专业人员亲自查阅，前项文件不得悉离查阅场所，
但经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决议同意，并向保管人员登记姓名、时间及内容，切结负保密责任者，得重点抄录。第四十八条，对于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行使调查权之要求，有关机关或人民无本法所定事由拒绝履行，或其提供陈述有隐匿不实者，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得经决议进行以下处置：一、敬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二、移送监察院依法提出纠举、纠正纠举或弹劾；三、设有犯罪嫌疑者，移送司法机关追诉处罚；无本法定事由拒绝履行，或其提供陈述有隐匿不实者，得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经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命其限期履行或提供陈述仍有隐匿不实者，得按次连续各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或40,000元以上及200,000元以下之罚锾。前项对有关机关及人民之罚锾，应以立法院之名义为之，为由司法机关执行。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依第二项规定，对有关机关或人民处以罚锾前，应定期限命其以书面陈述意见。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与有关机关或人民陈述意见或放弃陈述意见后，仍任有处以罚锾之必要时，应分向委员应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报，并经院会或委员会决议，使得处罚之。程序委员会应即编列议程，将该处罚案提报院会，并不得交付党团协商。前项罚锾处分，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得于处分送达之次日起2个月内，进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罚锾经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者，移送受处分者住居地地方法院，尽依行政执行法规定执行之，不受行政执行法第42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第48条之一，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任调查目的已达时，得终结调查程序，并于调查程序终结后30日内制作调查报告书，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报。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于必要时，得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报中间报告，提报后院会或委员会得决议停止调查。调查报告书及中间报告经调查委员会或调查或调查小组提出后，应予公开。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提出之调查报告书，应作为院会或委员会处理相关议案或行使职权之重要依据。第48条之二，除调查委员会之设立外，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于调查报告提出前，有关调查事项之处理或进行，不得交付党团协商。第48条之三，调查报告书或中间报告提出前，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委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或保管人员对调查之进行所涉事项负有保密之责之义务，除经议决为告发犯罪或听证会已公开者，不得对外揭露。调查报告书或中间报告提出后，属应秘密或不公开之事项者，仍不得对外揭露。第8章之一，听证会之举行。第48条之四，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未举行听证会，得就调查事项公开征求有关之证人及相关资料，依宪法第67条第二项之规定，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陈述证言、表示意见及提供相关资料。听证会由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委员出席，以召集委员为主席，不属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委员于听证会时得以列席旁听，必要时并得以证人之身份受邀列席听证会陈述证言。第48条之五，听证会主席应本中立公平立场主持听证会，并行使下列职权：一、许可发言、陈述或询问；二、避免延滞程序之进行，禁止发言、陈述或询问；三、证人、鉴定人全部缺席时，进行宣告听证会延期；四、遇天灾或其他事故不能听证时，终止听证会；五、对有妨害听证会进行情节重大者，命其退场；六、未顺利进行听证会，对出席委员及证人、鉴定人为发言或其他必要之措施；
七、其他使听证会顺利进行及维持听证会秩序之必要措施。听证会进行时，轮由其询问之委员经主席唱名三次仍不在场者，视为弃权。主席于听证会进行中所为处置，出席委员有异议时，由主席进为裁定，不得再行异议。第四十八条之六，听证会应公开举行。听证会有涉及行政特权或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机密事项者，应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行之。公开听证会进行中有涉及个人之隐私，或证人鉴定人依其他法令就其职务上业务上有秘密义务事项者，主席得依请求或依职权裁定改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行之。第四十八条之七，听证会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举行者，与会者对于应秘密及不公开之事项负有保密之义务，前项应秘密及不公开之事项由主席于听证会开始时宣示之，并得于听证会开始中随时补充宣示。第四十八条之八，公开之听证会得与旁听，其旁听规则由立法院定之。听证会应全程录影录音记录，并做成听证会记录。除秘密会议及不公开事项外，于调查程序终结后刊登公报。前项记录应包括听证会名称、日期、时间、地点、主席姓名、出席委员与证人鉴定人姓名、主席之发言、证人鉴定人之陈述、出席委员之询问与证人鉴定人之答复、提出之资料或其他物件等。证人鉴定人提出之资料或其他物件之所有权非属于国家或已发还本人或原管理机关为适当者，得以照片或其他适当方式记录重点或特征后发还。第四十八条之九，听证会之采访方式、影音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立法院定之。听证会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举行时，不得进入会场采访。第四十八条之十，举行听证会前，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未先行准备，得致辞于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相关人员于指定日期地点接受预备询问。前项预备询问由调查委员会召集委员指派所属专业及工作人员为之，必要时由召集委员或其指派之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之委员主持。受询问人对预备询问应详实答复，并于询问记录中签名。询问记录致辞应于听证会前一日提供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委员参考。预备询问不公开，其进行方式、程序、记录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立法院定之。第四十八条之十一，听证会证人鉴定人应年满二十岁并具行为能力，听证会证人鉴定人之名单应于听证会通知书发出前由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决定之。第四十八条之十二，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要求证人鉴定人列席听证会时，应以通知书载明下列事项：准用行政程序法有关送达之规定，于听证日十日前送达。一、调查事项及目的；二、证人鉴定人之姓名或名称及其居住所、事务所或营业所；三、听证会之时间、地点；四、听证会程序；五、作证或鉴定事项；六、有关之权利及义务；七、证人得接同辅佐人到场；八、对违反作证或鉴定义务得为之处置；九、其他应注意及遵循事项。前项十日前送达之规定，于情况急迫时得缩短为三日，如同一听证会连续举行时，对未跟动之证人鉴定人得由主席于会议中面告证人鉴定人下次听证会举行日期，视为已送达，不受前项十日前送达通知书之，但仍应于会议前发出通知书。第四十八条之十三，听证会中发言陈述或询问之顺序、时间分配及听证会进行之程序方式，
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应于听证日前一日依个案繁简程度及出席委员、证人、鉴定人之人数分别决定之，但经出席委员亲自签名同意时，得于听证会开始前互调询问程序。第48条之14，听证会之进行应包含下列程序：一、主席宣告听证会开始，说明调查事项及目的；二、主席宣示听证会发言、陈述或询问之顺序、时间分配、进行方式及其他应注意事项；三、证人、鉴定人就作证、鉴定事项为陈述，或由证人就作证事项为对质；四、出席委员就证人、鉴定人陈述为询问。听证会中，出席委员列席证人、鉴定人之发言、陈述或询问均毕，或听证会散会时间已届，主席宣告该场次听证会散会。第48条之15，证人之辅佐人于听证会中应征得主席同意后时得发言。第48条之16，证人、鉴定人得提出资料或其他物件代替辅助陈述，并以朗读或经主席同意之其他方式呈现。第49条至第53条删除。第9章删除。第54条至第59条删除。第13章负责。第75条之1，对受聘为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之顾问专业人员或接受预备询问列席听证会之证人或鉴定人，得酌发报酬及相关费用，其职级标准由立法院定之。第35案，委员李坤泽等17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那请看158页，第70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与现行条文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一致。第4项文字修正为：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音协商过程，并应逐字记载，并刊登公报。前项协商之录音。应于国会频道、立法院网际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及时播出。第6项与现行条文第五项一致。第36案，委员林俊宪等20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麻烦请翻至第161页，第8章调查权之行使，第45条。立法院为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会二分之一以上委员之同意设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议案或与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经院会决议，得以调阅文件原本或要求有关机关、挂五购人员以证人、鉴定人身份提供证言、资料、物件及为鉴定之调查方式进行。立法院经院会决议得设调阅委员会，或经委员会之决议得设调阅专案小组，要求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参考资料。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经院会之决议向有关机关调阅前项议案涉及事项之文件原本。第46条，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之设立，均应于立法院会期中为之，但调阅文件之时间不在此限。第1项，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之名称、调查目的、事项范围、期间、方法及成员人数，除依第8章、第8章之1相关规定处理外，得由
得分由院会或委员会议决之。各界立法院调查权之行使，至此于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时终止。增订第46条之一，调查委员会之成员由党团协商定之，或由各党团依在其在院会所占席次比例推派之。调查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一人，由各该委员会或成员互选为委员者。召集委员于行使调查权之存续期间担任该职。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由各该委员会委员担任之。调查委员会之成员得由原推派党团变更之。增订第46条之二，立法院行使调查权，不得逾越调查目的、事项与范围，亦不得及于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及行政特权之事务范畴。对诉讼案件，在裁判确定前就侦查审判所为之处置及其证据与进行中之诉讼案件，立法院不得行使与该个案有关议案之调查权。其他依法应独立行使职权之政府机关，本于职权处理中之案件一同，立法院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他依法应独立行使职权之政府机关，亦本于职权处理中者，调查委员会得停止调查。增订第47条，要求受要求提供资料调阅文件者，除依法律或其他正当理由的拒绝外，应于5日内提供。立法院对于文件原本之存在或真实性具有合理重大之怀疑时，得经院会决议要求政府机关提供原本，但相关文件原本业经司法机关先为调取者，政府机关得叙明理由并提供副本，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供副本者，应说明无法提供之理由。第一项提出时限，立法院得决议展延或缩短之，但缩短之决议以3日为限。政府机关有正当理由者，得请求立法院发还调阅文件原本。增订第48条，政府机关与或公务人员违反本法规定，于立法院行使调查权或调阅文件时，有拒绝、拖延、隐匿提供者，或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列席、拒绝作证、鉴定或虚伪之陈述、证言、鉴定意见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或为或并为下列处置：一、以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敬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二、移送监察院依法办理；三、依第74条之一、第74条之二规定处罚；四、设有犯罪嫌疑者，移送司法机关追诉处罚。正当理由之认定发生争议，经协商无法获致共识时，立法院得经院会决议申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并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处理之。第49条，调查委员会之幕僚工作由法制局负责，调查委员会调阅委员会所需之工作人员由院长指派之，调查专案小组调阅专案小组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或主办委员会就各该委员会人员中指派之，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经各党团推荐人选，请求院长指派为顾问专业人员协助进行调查及调阅。第50条，立法院所调取之文件或资料，现由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调阅专案小组之委员或院长指派之顾问专业人员亲自查阅之，前向查阅人员对依法应保密之文件或资料不得抄录、摄影、影印、诵读、录音或其他复制行为，亦不得将文件悉离查阅场所。第一项查阅人员对依法应保密之事文件内容或其存在负有保密之义务，其离职后解密前一同。第51条，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查结束调查后，应将调查内容、经过及决议等
相关事项做成调查报告，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并公布之。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得提出其中报告，并为委员会任有必要时亦得决议要求于一定期间内提出之。院会委员会于听取报告后或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于其未提出其中报者得决议停止调查。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于文件调阅处理终结后20日内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调阅报告，作为处理该特定议案之依据。第52条，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调阅专案小组会议，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调查报告、调阅报告未公布前，其调阅委员会、其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之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相关人员均负有保密之义务，除公开会议中已公开者，不得对文件内容或调查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与调查报告、调阅报告、调查其中报告提出者，应依相关法令规定保密，并依秘密会议处理之。前项保密义务与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相关人员离职后解密前一同。第53条，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未提出报告前，院会或委员会不得为最后之决议，但已于院会或各该委员会议决之实现时，不在此限。前项调查专案小组之调查报告书、调阅专案小组之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应经该委员会议决后提报院会处理，增订第53条之一。调查报告书或调阅报告书之内容不受司法审查、检察司法或书院审议机关对案件之侦查、审判或审议，亦不受调查报告书或文件调阅报告书内容之拘束。增订第53条之二。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之会议，除本法规定者外，准用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及立法院议事规则有关条文之规定。增订第53条之三，有关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调阅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之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相关人员其利益回避事项，准用立法委员行为法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之规定。增订第8章之一，听证权之行使。第53条之四，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为行使调查权，全委员会为补选总统、弹劾总统、副总统或审查行使同意权案，得举行听证会。各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应以秘密会议行之。增订第53条之五，由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委员会举行之听证会，以召集委员为主席。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委员会成员得出席听证会，由全院委员会举行者，以院长为主席，全体立法委员均得出席。增订第53条之六，听证会除第53条之四、第3项锁定应秘密之事项外，应公开举行，但有下列情形应部分或全部不公开：一、个人隐私有受到不当侵害之余；二、个人生命、身体或其他自由有受到威胁之余；三、营业秘密有受到不当侵害之余；四、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行之者，所有与会者对于应秘密事项负有保密之义务。增订53条之七，听证会应于召开15日前公告下列事项：
一、听证会之名称、目的、主席、时间与地点；二、听证事项应或及受邀请之证人；三、听证会之公开程度及理由。同一听证会连续举行时，得由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之日期，不受前项所定15日之限制，但能应公告并发出书面通知。增订第53条之8，听证会提报院会决议后，应以书面邀请证人、鉴定人出席陈述与证言，或表示意见，除全院委员会或为审查行使同意权案之听证会外，受邀请之证人、鉴定人，除有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其他正当理由外，不得拒绝出席。前项邀请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于听证会开始前15日送达：一、作证事项；二、得委任律师或其信任之辅佐人协同出席与发言及其他证人权利；三、拒绝出席之法律效果。同一听证会连续举行，得由主席邀请同一证人、鉴定人出席，不受15日之限制，但能应发出邀请书。立法院对应要出席之证人、鉴定人得酌发出席费。是否有行政特权或不正当理由发生争议，经协商无法获致共识时，立法院得经院会决议申请大法官解释，并依大法官解释处理之。增订第53条之9，对听证目的或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之人，得于听证召开7日前，以书面载明理由及其意见，向立法院自荐担任证人。前项听证之主席应于听证召开3日前呢，召开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或全院委员会，决定自荐证人名单。证人、鉴定人于陈述证言或其表示意见前，应宣示或拒绝证人、鉴定人于听证会之发言，不得逾越被要求陈述证言或表示意见之范围。如有逾越时，听证会主席得禁止其发言或命令其退场。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之见证人酌发出席费。增订第53条之10，证人、鉴定人得提出文件或其他物件代替或辅助发言，当该文件或证物能需以朗读或其他方式以为公开之呈现。前项陈述文件或证物经出席委员或其他证人表示异议，并经主席裁定异议或成立者，不得提出，以出席者自记录中删除。增订第53条之11，听证会出席委员得针对听证事项向证人、鉴定人就个别问题具体为诘问或询问，依前项规定诘问或询问证人、鉴定人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诘问、询问抽象不明确或与听证事项明显无关之问题；二、诘问、询问无证据支持之问题或其他依法令规定禁止诘问或询问事项；三、无正当理由重复询问；四、要求证人陈述个人主观意见或推测评论；五、对证人、鉴定人为恫吓、侮辱、诱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行为，以公务员或成为公务员之人为证人，应就其职务上事项询问者，应得该监督长官之同意。前项同意，除有妨碍国家机密或侵犯行政特权者外，不得拒绝。立法院不赞同属行政特权范围者，得经院会决议申请大法官解释，并依大法官解释处理之。以受公务机关委托承办公务之人为证人者，准用前两项之规定。本条规定有不得诘问、询问情形时，听证会主席应即制止。增订第53条之12，证人、鉴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或表示意见，依诘问、询问逾越调查目的或范围，与调查事项无关，涉及个人隐私、侵害其思想、良心、信仰及其他基本人权；二、有第53条之11、第三项至第5项之情形；第三、应证言、鉴定有使自己受刑事
追刑事追诉追犯罪之余，或致其配偶直系血亲、三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之内之亲姻亲或家长、家属或订有婚约之者之名誉、信用或财产有重大损害。四、证人界定人为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宗教师、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从事相类似业务之人，或其业务上着理人或承认此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的秘密之事项受诘问询问。五、关于技术上或职业上之秘密受诘问询问，听证程序中听证证据有妨害名誉、信用或使人受追诉之余者，因秘密接受之，因其而受损害之人，应有为证人及申请或转换或其他证人之权利。听证会主席与证人、鉴定人之证言表示意见前，或知有该项情形之时，应告知其得依本条规定拒绝证言或表示意见。证令第五十三条至十三，听证会应全程录音录影，并由速记人员详为记录，除不公开者外，应刊登公报并送达出席人员。听证会记录应包括证人、鉴定人之陈述，听证会出席委员之诘问、询问证人、鉴定人之答复，证人合法提出之文件、资料或其他证物，及出席委员或证人之异语处理结果。证人提出文件及其他证物，得以照片或其他适当方式记录重要特征后发还。证令第五十三条之十四，听证会出席委员或证人、鉴定人对听证会记录之人内容有异议时，应于记录送达后七日内以书面向主席提出。主席召集原听证会之成员举行会议，以确定记录。听证会记录未确定前，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特定议案不得提出调查报告。第三十七案委员李俊宇等二十四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麻烦请翻至第一百七十五页第八条。第一读会由主席将议案宣布朗读行之。政府机关提出之议案或立法委员提出之法律案，应先送程序委员会提报院会朗读标题后，应即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委员或党团不得提出异议，要求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处理。但有出席委员提议二十人以上联署或复议，经表决通过，得进覆二读。立法委员提出之其他议案与朗读标题后，得由提案人说明其旨趣，经大体讨论，议决交付审查或进覆二读，或不予审议。第九条。第二读会与讨论各委员会审查之议案，或经院会议决不经审查进覆二读之议案时行之。第二读会应将议案朗读依次或逐条提附讨论。第二读会针对委员会审查法案之审查意见中，如果审查会决议保留条文之条文数为该法案总条文数三分之一或以上者，应即应决议重复审查。第二读会就审查意见或原案要旨先做广泛讨论，广泛讨论后，如有出席委员提议十五人以上联署或复议，经表决通过，得重复审查或撤销之。第二十九条，立法院依宪法第一百零四条、宪法征求条文第五条之第五条第一项、第六条第二项、第七条第二项、法院组织法第六十六条、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公民教育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行使同一权时，不经讨论交付全院委员会审查，并延提审查意见报告后，经送院会以记名表
记名投票表决，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为通过，请向全院委员会审查期间不得少于四个月。全院委员会于延提第一项审查意见报告前，应举行公听会，邀集相关学者专家、相关公民团体及社会公众人士表示意见。第三十条，被提名之学历、经历、财产、税务、刑案记录表及其他审查所需之相关资料，应由提名机关于提名后七日内提供全院委员会审参考。全院委员会应就被提名人之资格及是否适任之相关事项进行审查与询问，由立法院各知情提名机关通知被提名人分开列席说明与询答。第四十九条，调阅委员会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指派之；调阅专案小组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或主办委员会就该委员会人员指派之；调阅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请求院长指派专业人员协助之；调阅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开会时，除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外，应全程录音记录，并同会议结论刊登公报。第六十八条，为协商议事相关事项或经委员会议决做成决议，交由院长协商之议案，得由院长或各党团向院长请求进行党团协商。立法院院会于审议不需党团协商之议案时，如有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之二规定，对于委员会之决议当场声明不同意者，或各该议案委员以外之出席委员提出异议，审以上联署或附议，该议案即交党团协商。各委员会审查议案如遇有争议时，主席得裁决进行协商。第六十九条，院长依据第六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召集之党团协商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及各党团负责人或党鞭出席参加，并由院长主持。院长因故不能主持时，由副院长主持。前项会议原则上于每周三举行，在休会或停会期间，如果必要亦得举行，其协商日期由主席通知。第七十条，议案交由党团协商时，由该议案之院会说明人所属党团负责召集，通知各党团书面签名指派代表两人参加，该院会说明为当然代表，并由其担任协商主席，但院会说明人更换党团时，则由原所属党团另指派协商主席，各党团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应为审查会委员，但党团所属委员均非审查会委员时不在此限。依第六十八条第二项提名异议之委员，得向负责召集之党团以书面签名推派两人列席协商说明。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音记录。协商过程之全程录记录、协商结论均应刊登公报。前项议案协商之录影，应于立法院网际网路多媒体随选视讯及时播出。协商结论如与审查会之决议或原提案条文有明显差异时，应有提出修正之党团或提案委员以书面附具条文及立法理由，并同协商结论刊登公报。第七十一条，第六十八条锁定院长召集之党团协商。第七十条锁定议案之党团协商，经各党团代表达成共识后，应即签名做成协商结论，并经各党团负责人签名于院会宣读后，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第七十二条，党团协商结论于院会宣读后，如有出席委员提议八人以上之联署或附议，得对其全部或一部提出异议，并由院会就其一部分进行讨论。第七十三条删除。第三十八案，国民党党团
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麻烦各位请看翻至184页，增订第四章之一副总统之补选，第31增订第31条之一总统依宪法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七项规定，提名副总统候选人之文送达立法院后，院长应即公告并不经讨论交全院委员会审查，立法院应于前项公告后一个月内举行副总统选举，副总统第一项之文应采名候选人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政党、学历、经历、住居所及政见。增订第31条之2，全院委员会应就候选人之资格及是否适任之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及询问，候选人应列席说明与答询。候选人之资格如不符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之规定，应即止选举、停止选举，并知请总统另行提名。增订第31条之3，副总统之补选需经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记名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经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为当选。前项选举结果，愿应即知副总统。立法院应于投票后三日内公告当选人。增订第31条之4，总统应于收受第31条之2第二项未获审查通过之咨文，或第31条之3第二项未获同意之咨文，其一个月内另行提名副总统候选人。第八项调查权之行使，第45条，立法院为有效未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会之决议设调查专业小组，对相关议案或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及调阅权，调查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就特定事项委任立法委员以外之人员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协助调查之其组织及运作等事项，另以法律定之。调查委员会得要求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参考资料，并得举行听证，要求有关人员出席提供证言及资料物件，听证相关事项依第9章之规定。前项调查委员会之名称、调查事项、目的、方法、成员人数，由院会决议之。第46条，调查委员会与调查或调阅专业小组之设立，均应于立法院会集中行之，但行使调查权之时间不在此限。调查委员会及调阅专业小组于该调查事项完竣并提出调查报告后，即行解散，但必要时得运作至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为止。第46条之1，调查委员会之成员由立法院各党团依其在院会之席次比例推派之，并得视实际情况予以改派。调阅专案小组之成员由各该委员会委员互选，调查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应至召集委员一人，由所属成员互选之。第47条，调查委员会为行使调查权，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公司、法人、团体五日内提供档案、账册等有关资料，与必要时询问相关人员或命其作证，但应于指定之日前五日通知其相关人员于指定地点接受询问。前项询问应有调查委员三人以上在场，其经立法院决议者，相关人员除因国防外交机密理由并经立法院院长之认可者外，不得拒绝，应详实答复，于笔录中签名。倘相关资料原本业经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先为调取时，应叙明理由并提供副本。被调阅资料之机关在调阅期间，应指派专人将调阅资料送达立法院指定场所，以供参阅。第48条，
被调查对象违反本法规定，与立法院调查、询问、听证或调阅相关资料时，除不可抗力或属于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或行政特权事务外，拒绝、拖延、隐匿、不提供或虚伪之陈述者，得经院会之决议，处50,000元以下之罚款，并得连续处罚之。前项减刑必要时，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藐视国会罪，诉请法院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以，并或科或或科或并科100,000元以下罚金，或以未证罪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科或并科20万元以上罚金，20万元以下罚金。设有其他犯罪嫌疑者，移送司法机关追诉处罚。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不愿配合调查或有前项行为者，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移送监察院，以依法提出纠正、纠举或弹劾。第49条，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指派之；调阅专案小组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或主办委员会就各该委员会之人员中指派之。调查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请求院长指派专业人员协助之。第50条，立法院所取调取之档案，限于各该调查委员会、调阅专案小组之委员或院长指派之专业人员亲自调查之。前项查阅人员对机密档不得抄录、录摄影、影印、诵读、录音或其他复制行为，亦不得将文件悉理查阅场所。第51条，调查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应于调查、调阅终结后20日内，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调查、调阅报告书或处理意见及处理意见，作为处理该特定议案之依据。第52条，调查、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未提出前，及调查人员、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保管人员负有保密之义务，不得对调查、调阅内容或处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与调查、调阅报告及处理意见提出后，能应依相关法令规定保密，并依秘密会议处理之。第53条，调查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未提出调查、调阅报告书或及处理意见前，院外或委员会对该特定议案不得为最后之决议，但已于院会或各该委员会一决之时限时，不在此限。前项调阅专案小组之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应经各该委员会议决后提报院会处理。第9章，委员会听证会之举行。第54条，个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得依宪法第67条第2项之规定举行听证会，如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第55条，听证会需经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同意，或经各委员会全体委员四分之以上之联署或复议，并经议决方得举行。第56条，听证会以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并得邀请政府人员或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表达意见。前项出席人员应依正反意见相当比例邀请，并以不超过15人为原则，其人选由各委员会决定之。应邀出席人员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席。第57条，举行听证会之委员会于开会5日前，将开会通知、议程等相关资料，以书面送达出席委员，并请其提供口头或书面意见。同议案举行多次听证会时，得由听证会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日期，不受5日之限制，但仍应发出书面通知。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人员得酌发出席费。第58条，委员会于听证会终结后10日内依出席者
所提供之正反意见提出听证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出席者。第59条，听证会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之重要参考。第68条，为协商议案或解决争议事项，得由院长或各党团向院长请求进行党团协商。立法院院会与审议不需党团协商之议案，如有出席委员提出异议，10人以上联署或复议，并续名交付协商之理由，经院会同意后，得交付党团协商。各委员会审查议案遇有争议时，主席得裁决进行协商。第70条，议案交由党团协商时，由各该议案之院会说明人、所属党团负责人召集，通知党团书面签名，指派代表两人参加，由各该院会说明人为当然代表，并由其担任协商主席。但院会说明人更换党团时，则由原所属党团另指派协商主席，各党团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为审查委员会委员，但党团所属委员均非审查会委员时，不在此限。依第68条第二项提名异议之委员，得向负责召集之党团以书面签名推派两人列席协商说明。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音记录，并同协商结论刊登公报。录影应与国会电视频道及时转播。协商结论如与审查会之决议或原提案条文有明显差异时，应由提出修正之党团或提案委员以书面附具条文及立法理由，并同协商结论刊登公报。第71条，议案自交党团协商后，应于15日内召集协商，于一个月内无法达成共识者，如有党团提出异议，如有党团提议或出席委员之提议，经15人以上联署或复议，院会应于一个月内以表决方式处理。第39案，国民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8章，调查权之行使。第45条，立法院未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得经委员会之决议设调阅专案小组，对相关议案或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及调阅权。调查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就特定事项委任立法委员以外之人员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协助调查之，其组织及运作等事项，另以法律定之。调查委员会得要求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参考资料，并得举行听证，要求有关人员出席提供证言及资料物件。听证相关事项依第9章之规定。前项调查委员会之名称、调查事项、目的、方法及成员人数，由院会议决之。第46条，调查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之设立，均应于立法院会期中为之，但行使调查权之时间不在此限。调查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于该调查事项完竣并提出调查报告后，即行解散，但必要时得运作至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为止。第46条之一，调查委员会之成员由立法院各党团依其在院会之席次比例推派之，并得视情实际情况予以改派。调阅专案小组之成员由各该委员会委员互选，调查委员会及调阅专案小组应设置召集委员一人，由所属成员互选之。第47条，调查委员会未行使调查权，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公司、法人、团体于5日内提供档案、账册等有关资料，于必要时询问相关人员或命其作证，但应于指定日之前5日通知相关人员于指定地点接受询问。前项询问应有调查委员3人以上在场，其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相关人员除因国防外交机密理由，并经立法院长之认可者外，不得拒绝，并应详实答复，于笔录中签名。倘相关资料原本业经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先为调取时，应续名理由，并提供副本。被调阅资料之机关在调阅期间，应指派专人将调阅资料送达立法院指定场所，以供参阅。
第四十八条，被调查对象违反本法规定，于立法院调查、询问、听证或调阅相关资料时，除不可抗力或属于国家机关得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或行政权事务外，拒绝、拖延、隐匿、不提供或为虚伪之陈述者，得经院会之决议，处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连续处罚。且项情形必要时，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藐视国会罪，诉请法院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00,000元以下罚金，或以伪证罪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科或并科200,000元以下罚金。设有其他犯罪嫌疑者，移送司法机关追诉处罚。政府机关或公务员不愿配合调查而有前项行为者，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移送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纠举或弹劾。第49条第一项，调查委员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指派之。第二项未修正。第50条第一项，立法院所调取之党，现由各该调查委员会调阅专案小组之委员或院长指派之专业人员亲自查阅之。第二项未修正。第51条，调查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应于调查调阅终结后20日内，分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调查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作为处理该特定议案之依据。第52条，调查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未提出前，其调查人员、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保管人员负有保密之义务，不得对调查调阅内容或处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于调查调阅报告及处理意见提出后，仍应依相关法令规定保密，并依秘密会议处理之。第53条第一项，调查委员会或调阅专案小组未提出调查调阅报告书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前，院会或委员会对该特定议案不得为最后之决议，但已于院会或该或各该委员会议决之时限时不在此限。前项调阅专案小组之调阅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应经该委员会议决后提报院会处理。第9章，委员会听证会之举行。第54条，各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得依宪法第67条第二项之规定举行听证会，如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第55条，听证会经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同意，或经各委员会全体委员1/4以上联署或复议，并经决议方得举行。第56条第一项，听证会以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并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表达意见。第二项、第三项未修正。第57条第一项，举行听证会之委员会，应于开会日5日前，将开会通知、议程等相关资料，以书面送达出席人员，并请其提供口头或书面意见。第二项，同一议案举行多次听证会时，得由听证会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日期，不受5日之限制，但仍应发出书面通知。第三项未修正。第58条，委员会应于听证会终结后10日内，提出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见，提出听证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出席者。第59条，听证会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之重要参考。第40案，委员由美女等21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增订第13条之一、第13条之二及第13条之三条文草案，请参见第202页。第13条之一，立法院审议条约案，应一并审议施行条约所需配合修正或订定之法律案。前项法律案完成审查议决通过前，条约案之审议视为不通过。第13条之二，立法院审议条约案，得依第8章规定，向行政院或主办机关调阅条约签署过程有关文书及证据，不受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之限制。且向文书及证据内容涉及国家机密、国家安全或外交考量者，行政院于条约案送立法院审议时，应标明机密等级，立法院应以秘密会议为之。第13条之3，
立法院审议条约案，除该条约明定禁止一部修正或保留外，得经院会决议提出修正附加付款或保留。前项条约案以附修正意见附加付款或保留方式通过后，主办机关于必要时得与签约对方重启协商谈判。立法院得将保留条款废止，保留条款之废止经主办机关通知签约对方后生效。条约案未获立法院审议通过者，主办机关应即通知签约对方。第四十一案，委员张廖万坚等16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4条及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阅第205页。第54条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各委员会得就国家重大议题举行公听会，邀请相关学者专家。相关专家学者与社会贤达出席表达意见，不受第56条之限制。第77条第1、2、3项未修正。第四项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影录音记录，并条列相关争议，做成协商报告，并同协商结论刊登公报。第5项未修正。第42案。委员陈明文等19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增订第8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参见第208页。第8条之一，委员提出之议案，经送程序委员会逾2个月未能提报院会交付委员会审查者，经党团提议或出席委员提议15人以上联署或复议，不经讨论，自程序委员会抽出进行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第43案，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参阅第210页。第55条，公听会需经召集委员同意，或经各委员会全体委员1/3以上联署或复议，并经议决方得举行。第44案，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见第212页。第68条第一项，为协商议事相关程序事项，得由院长或各党团向院长请求进行党团协商。第二项，立法院院会于审议不需党团协商之议案时，如有出席委员提出异议，15人以上联署或复议，经院会表决同意，该议案使得交党团协商。第三项未修正。第69条第一项，院长依据第68条第一项规定召集之党团协商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及各党团负责人出席参加，并由院长主持。院长因故不能主持时，由副院长主持。第二项未修正。第70条第一项，议案交由党团协商时，由该议案之院会说明人所属党团负责召集，通知原审查委员会成员及各党团，书面签名指派代表参加。该院会说明人为当人代表，并由其担任协商主席。待院会说明人更换党团时，则由原所属党团另指派协商主席。原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项次修正为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71条，党团协商经各党团代表达成共识后，应即签名做成协商结论，于院会宣读后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第71条之一，议案自交付党团协商起15日内，应召集协商会议，未能于1个月内召开首次会议或协商无法达成共识者，应交由次期院会按本法议案审议程序处理。第72条第一项，党团协商结论于院会宣读后，如有出席委员提议15人以上之联署或复议，得对其全部或一部提出异议，并由院会就异议部分表决。第二项未修正。第73条删除。第45案，委员顾立雄等18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阅第218页。第8章调查权之行使。
第45条，立法院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委员之同意，设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议案或与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经院会决议，得以调阅文件原本或要求有关机关购及人员提供证言资料及物件之调查方式进行。第46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设立，均应于立法院会期中为之，但调阅文件之时间不在此限。第一项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之名称、调查目的、事项、范围、期间、方法及成员人数，除依本法相关规定处理外，得分由院会或委员会议决之。各界立法院调查权之行使，至持于该界立法委员任期届满时终止。第46条之一，调查委员会之成员由各党团依其在院会所占席次比例推派之。调查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一人，由各该委员会成员互选为原则。召集委员于行使调查权之全序期间担任该职。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由各该委员会委员担任之。调查委员会之成员得由原推派党团变更之。第46条之二，立法院行使调查权，不得逾越调查目的、事项与范围，亦不得基于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及行政特权之事务范畴。对于诉讼案件，在裁判确定前，就侦查审判所为之处置及其卷证与进行中之诉愿案件，立法院不得就该个案行使调查权。其他依法应独立行使职权之政府机关，本于职权处理中之案件一同。立法院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他依法应独立行使职权之政府机关，亦本于职权处理中者，调查委员会得停止调查。第47条，受要求提供资料、物件、调阅文件者，除依法律或其他正当理由的拒绝者的拒绝外，应于5日内提供之。立法院对于文件原本之存在或真实性具有合理重大之怀疑时，得经院会决议要求政府机关提供原本，但相关文件原本业经司法机关先为调取者，政府机关得续明理由并提供副本。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供副本者，应说明无法提供之理由。第一项提出时限，立法院得决议展延或缩短之，但缩短之决议以3日为限。政府机关有正当理由者，得请求立法院发还调阅文件原本。第48条，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于立法院行使调查权时，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而拒绝、拖延、隐匿不提供者，或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正当理由而拒绝列席提供证言或为虚伪之陈述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立法院名义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函请政府机关所在地或公务人员所属机关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74条之二规定裁定处罚。但设有犯罪嫌疑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移送检察机关为刑事追诉。前项所证正当理由，系指有合于行政诉讼法第144条至第146条规定之事由。第49条，调查委员会之幕僚工作由法制局负责，调查委员会所需之工作人员由院长指派之，调查专组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或主办委员会就各该委员会人员指派之。调查委员会及调查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经各党团推荐人选，请求院长指派为顾问专业人员协助进行调查及调阅。第50条，立法院所调取之文件、资料或物件，现由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之委员或院长指派之顾问专业人员亲自查阅之。前项查阅人员对依法应保密之文件、资料及物件，不得抄录、摄影、影印、诵读、录音或为其他复制之行为，亦不得将文件悉离调查查阅场所。第一项查阅人员对依法应保密之文件内容或其存在，应负保密之义务，其离职后解密前一同。第51条，
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结束调查后，应将调查内容、经过及决议等相关事项做成调查报告，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并公布之。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得提出其中报告，院会委员会任有必要时，亦得决议要求一定期限内提出之。院会委员会于听取报告后，或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于其未提出其中报告者，得决议停止调查。第五十二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会议，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调查报告未公布前，其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其他查阅人员，均负有保密义务。除公开会议中已公开者外，不得对文件内容或调查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因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于调查报告、调查其中报告提出后，仍应依相关法令规定保密，并依秘密会议处理之，且向保密义务于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其他查阅人员离职后解密前一同。第五十三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未提出报告前，院会或委员会不得为最后之决议，但已于院会或各该委员会议决之时限时不在此限。前项调查专案小组之调查报告书及处理意见，应经该委员会议决后提报院会处理。第五十三条之一，调查报告书之内容不受司法审查、检察、司法或书院审议机关对案件之侦查、审判或审议，亦不受调查报告书内容之拘束。第五十三条之二，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会议，除本法规定者外，准用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及立法院议事规则有关条文之规定。第五十三条之三，有关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相关人员其利益回避事项，准用立法委员行为法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之规定。第八章之一，听证权之行使。第五十三条之四，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作为未行使调查权，全院委员会未补选副总统、弹劾总统、副总统或审查行使同意权案，得举行听证会。各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应依法令秘密事项者，应以秘密会议行之。第五十三条之五，由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委员会举行之听证会，以召集委员为主席，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委员会成员得出席听证会，由全院委员会举行者，以院长为主席，全体立法委员均得出席。第五十三条之六，听证会除第五十三条之四第三项所定应秘密之事项外，应公开举行，但有下列情形应部分或全部不公开：一、个人隐私有受到不当侵害之余；二、个人生命、身体或其他自由有受到威胁之余；三、营业秘密有受到不当侵害之余；四、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行之者，所有与会者对于应秘密事项负有保密之义务。第五十三条之七，听证会应于召开十五日前公告下列事项：一、听证会之名称、目的、主席、时间与地点；二、听证事项及受邀请之出席人员；三、听证会之公开程度及理由。同意听证会连续举行时，得由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日期，不受前项锁定十五日之限制，但仍应公告并发出书面通知。第五十三条之八，听证会提报院会决议后，应以书面邀请相关人员出席陈述证言或表示意见。除全院委员会为审查未审查行使同意权案之听证会外，受邀请之出席人员非有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席。前项邀请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于听证会开始前十五日送达：一、应陈述事项；二、得委任律师或辅佐人协同出席；三、拒绝出席之法律效果。同意听证会连续举行，得由主席邀请同意人出席，不受十五日之限制，
但仍应发出邀请书。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之人得酌发出席费。第一项所称正当理由，系指有合于《行政诉讼法》第144条至第146条规定之事由，无法律依据、无行政特权、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席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立法院名义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函请出席人员住居所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74条之3规定裁处罚，裁定处罚。但设有犯罪嫌疑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移送检察机关为刑事追诉。第53条之9，对听证目的或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之人，得于听证召开7日前，以书面载明理由及其意见，向立法院自荐担任出席人员。前项听证之主席应于听证召开3日前，召开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或全院委员会，决定自荐出席人员名单。出席人员于听证会之发言不得逾越被要求陈述证言或表示意见之范围，如有逾越时，听证会主席得禁止其发言或命令其退场。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之自荐出席人员得酌发出席费。第53条之10，出席人员得提出文件或其他物件代替或辅助发言，但该文件或物件仍需以朗读或其他方式为公开之呈现。前项陈述文件或物件，经出席委员或其他出席人员表示异议，并经主席裁定异议成立者，不得提出，已提出者自记录中删除。第53条之11，听证会出席委员得针对听证事项，向出席人员就个别问题具体为诘问或询问。依前项规定诘问或询问出席人员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诘问询问抽象不明确，与听证事项明显无关之问题；诘问询问无证据支持之问题，或其他依法令规定禁止诘问或询问事项；3、无正当理由重复询问；4、要求出席人员陈述个人主观意见或推测评论；5、对出席人员为恫吓、侮辱、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行为；以公务员或成为公务员之人为出席人员而就其职务上之事项询问者，应得该监督长官之同意。前项同意除有妨害国家机密或侵犯行政特权者外，不得拒绝。以受公务机关委托承办公务之人为出席人员者，准用前2项之规定。本条规定有不得诘问询问情形时，听证会主席应即制止。第53条之12，出席人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或表示意见：一、诘问询问逾越调查目的或范围，与调查事项无关，涉及个人隐私，侵害其思想、良心、信仰及其他基本人权；二、有前条第3项至第5项之情形；3、有合于《行政诉讼法》第144条至第146条规定之事由，听证程序中听证证据有妨碍名誉、信用或使人受追诉之余者，应秘密接受之；因其而受损害之人，应有自荐为出席人员及申请其他人员出席之权利。听证会主席于出席人员提出证言、表示意见前或知有第1项之情形时，应告知其得依本条规定拒绝证言或表示意见，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第1项之事由而拒绝证言或为虚伪陈述者，得经立法院。我打个岔，我们再宣告一下，我们把这个职权行使法相关的提案宣读完了之后再散会哈。好，请继续。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第1项之事由而拒绝证言或为虚伪陈述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立法院名义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函请出席人员住居所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74条之3规定裁定处罚。但设有犯罪嫌疑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移送检察机关为刑事追诉。第53条之13，听证会应全程录音及录影，并由述记人员详为记录，除不公开者外，
应刊登公报并送达出席人员。听证会记录应包括出席人员之陈述、听证会出席委员之诘问、询问、出席人员之答复、出席人员合法提出之文件资料或其他物件及出席委员或出席人员之异议与处理结果。出席人员提出文件及其他物件得以照片或其他适当方式记录重要特征后发还。第53条之14，听证会出席委员或出席人员对听证会记录之内容有异议时，应于记录送达后7日内以书面向主席提出，主席得召集原听证会之成员举行会议以确定记录。听证会记录未确定前，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或相对或相关特定议案不得提出调查报告。第12章之一罚则。第74条之2，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连续处罚：一、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而拒绝、拖延、隐匿、不提供文件、资料或物件；二、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而拒绝列席、提供证言或为虚伪陈述。第74条之3，除行使同意权案之听证会外，受邀出席听证会之出席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连续处罚：一、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正当理由或第53条之12第一项之事由而拒绝出席或拒绝证言；二、与调查目的有重要关系之事项为虚伪陈述者。第74条之4，不服前两条之裁定者，得为抗告，抗告中应停止执行。前两条及前项之裁定，各省级受理法院应于一个月内审结。第74条之5，违反本法有关保密义务之规定者，依其违反情节，分别适用国家机密保护法、刑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处断。第74条之6，违反本法第50条、第52条或第53条之3规定者，立法委员应即交纪律委员会惩处。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或听证会之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幕僚单位人员或保管人员，由院长依法处分之。情节重大者，应依公务员惩戒法第19条规定，送请监察院审查或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如涉及刑事责任，移送检察机关办理。第46案，民进党党团领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阅第233页。第9条第一项、第二项同性的条文，增订第3项第二读会针对委员会审查法案之审查意见中，如审查会决议保留条文之条文数为该法案总条文数1/3或以上者，即应决议重复审查。第4项同性的条文第3项。第14条第一项同性的条文，增订第2项宪法修正案之表决以记名投票表决之。第29条，立法院依宪法第104条、宪法征用条文第5条第1项、第6条第2项、第7条第2项、法院组织法第66条、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公平交易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行使同意权时，不经讨论交付全院委员会审查，并依审查意见领据报告提送院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为通过。增订第2项，前项全院委员会审查期间不得少于一个月，全院委员会于领据前项审查报告前应举行公听会，邀集相关学者专家、相关公民团体及社会公正人士表示意见。第30条，被提名人之学历、经历、财产、税务、刑案记录表及其他审查所需之相关资料，应由提名机关于提名后7日内提供全院委员会参考。全院委员会应就被提名人之资格及是否适任之相关事项进行审查与询问，由立法院咨询提名机关通知被提名人分开列席说明与答询。第8章调查权之行使。第45条，立法院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经委员会1/2以上委员之同意设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议案或与职权有重大关联事项行使调查权。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经院会决议，得以调阅文件原本或要求有关机关构及人员提供证言、资料及物件之调查方式进行。第46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设立，
均于立法院会期中为之，但调阅文件之时间不在此限。前项调查委员会调查专业小组之名称、调查目的、事项、范围、期间、方法及成员人数，除依本法相关规定处理外，得分由院会或委员会依决之。各届立法院调查权之行使，自此于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时终止。第四十六条之一，调查委员会之成员由各党团依其在院会所占席次比例推派之。调查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一人，由各该委员会成员互选委员者。召集委员于行使调查权之存续期间担任该职。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由各该委员会委员担任之。调查委员会之成员得由原推派党团变更之。第四十六条之二，立法院行使调查权不得逾越调查目的事项与范围，亦不得基于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及行政特权之事务范畴。对于诉讼案件在裁判确定前就侦查审判所为之处置及其卷证与进行中之诉愿案件，立法院不得就该个案行使调查权。其他依法应独立行使职权之政府机关，本于职权处理中之案件一同。立法院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他依法应独立行使职权之政府机关亦本于职权处理中者，调查委员会得停止调查。第四十七条，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受要求提供资料物件、调阅文件者，除依法律或其他正当理由得拒绝外，应于五日内提供之。立法院对于文件原本之存在或真实性具有合理重大之怀疑时，得经院会决议要求政府机关提供原本，但相关文件原本业经司法机关先为调取者，政府机关得叙明理由，并停勾副本。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供副本者，应说明无法提供之理由。第一项提出时限，立法院得决议展延或缩短之，但缩短之决议以三日为限。政府机关有正当理由者，得请求立法院发还调阅之文件原本。第四十八条，政府机关或公务员于立法院行使调查权时，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而拒绝拖延、隐匿不提供者，或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正当理由而拒绝列席提供证言或为虚伪之陈述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立法院名义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函请政府机关所在地或公务员所属机关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七十四条之二规定裁定处罚，但设有犯罪嫌疑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移送检察机关为刑事追诉。前项所称正当理由，系指有合于行政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至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事由。第四十九条，调查委员会之幕僚工作由法制局负责，调查委员会所需之工作人员由院长指派之。调查专案小组所需之工作人员由立法院各委员会或主办委员会就各该委员会人员中指派之。调查委员会及调查专案小组于必要时，得经各党团推荐人选，请求院长指派为顾问、专业人员协助进行调查及调阅。第五十条，立法院所调取之文件、资料或物件，现由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之委员或院长指派之顾问、专业人员亲自查阅之。前项查阅人员对依法应保密之文件、资料及物件，不得抄录、摄影、影印、诵读、录音或为其他复制行为，亦不得将文件悉离查阅场所。增订第三项，第一项查阅人员对依法应保密之文件内容或其存在，负有保密之义务，其离职后解密前一同。第五十一条，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结束调查后，应将调查内容、经过及决议等相关事项做成调查报告，向院会或委员会提出，并公布之。增订第二项，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得提出其中报告，院会、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亦得决议要求于一定期间内提出之。院会委员会于听取报告后，或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于其未提出其中报告者，得决议停止调查。第五十二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会议，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行之。调查报告未公布前，其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其他查阅人员均负有保密之义务。除公开会议中已公开者外，不得对文件内容或调查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或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于调查报告、调查其中报告提出后，仍应依相关法令规定保密，并依秘密会议处理之。
前项保密义务于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其他查阅人员离职后，解密前一同。第五三条，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未提出报告前，院会或委员会不得为最后之决议，但已于院会或各该委员会议决之时限时，不在此限。前项调查专案小组之调查报告书及出意见，应经各该委员会应经该委员会议决后提报院会处理。第五十三条之一，调查报告书之内容不受司法审查。检察、司法或诉愿审议机关对案件之侦查、审判或审议，亦不受调查报告书内容之拘束。第五十三条之二，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会议，除本法规定者外，准用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行为法及立法院议事规则有关条文之规定。第五十三条之三，有关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之成员、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保管人员、幕僚人员或相关人员，其利益回避事项，准用立法委员行为法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之规定。第八章之一，听证权之行使。第五三条之四，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未行的调查权，全委员会为补选副总统、弹劾总统、副总统或审查行使同意权案，得举行听证会。各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国防机密或其他依法另依秘密事项者，应以秘密会议行之。第五三条之五，由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委员会举行之听证会，以召集委员为主席，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委员会成员得出席听证会，由全院委员会举行者，以院长为主席，全体立法委员均得出席。第五三条之六，听证会除第五三条之四第三项所定应秘密之事项外，应公开举行，但有下列情形应部分或全部不公开：一、个人隐私有受到不当侵害之余；二、个人生命、身体或其他自由有受到威胁之余；三、营业秘密有受到不当侵害之余；四、其他依法令应秘密事项者。以秘密会议或不公开方式行之者，所与会者对于应秘密事项负有保密之义务。第五三条之七，听证会应于召开十五日前公告下列事项：一、听证会之名称、目的、主席、时间与地点；二、听证事项及受邀请之出席人员；三、听证会之公开程度及理由。同一听证会连续举行时，得由主席于会中宣告下次举行日期，不受前项锁定十五日之限制，但仍应公告并发出书面通知。第五三条之八，听证会提报院会决议后，应以书面邀请相关人员出席陈述证言或表示意见，除全院委员会未审查行使同意权案之听证会外，受邀请之出席人员非有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席。前项邀请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于听证会开始前十五日送达：一、应陈述事项；二、得委任律师或辅佐人协同出席；三、拒绝出席之法律效果。同一听证会连续举行，得由主席邀请同一人出席，不受十五日之限制，但仍应发出邀请书。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之人，得酌发出席费。第一项所称正当理由，系指有合于行政诉讼法第144条至第146条规定之事由，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席者，则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以立法院名义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函请出席人员住居所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74条之3规定裁定处罚。但设有犯罪嫌疑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移送检察机关为刑事追诉。第五三条之九，对听证目的或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之人，得于听证召开期日前，以书面载明理由及其意见，向立法院自荐担任出席人员。前项听证之主席，应于听证召开三日前，召开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或全院委员会，决定自荐出席人员名单。出席人员于听证会之发言，不得逾越被要求陈述证言或表示意见之范围。如有逾越时，听证会主席得禁止其发言或命令其退场。立法院对应邀出席之自荐出席人员，得酌发出席费。第五三条之十，出席人员得提出文件或其他物件代替或辅助发言，但该文件或物件仍蓄意朗读或以其他方式为公开之呈现。前项陈述文件或物件经出席委员或其他出席人员表示异议，
并经主席裁定异议成立者，不得提出，已提出者之记录中删除。第五十三条之十一，听证会出席委员得针对听证事项向出席人员就个别问题具体为诘问或询问。依前项规定，诘问或询问出席人员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诘问询问抽象不明确或与听证事项明显无关之问题；二、诘问询问无证据支持之问题或其他依法律规定禁止诘问或询问事项；三、无正当理由重复询问；四、要求出席人员陈述个人主观意见或推测评论；五、对出席人为恫吓、侮辱、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行为。以公务员或成为公务员之人为出席人员，而就其职务上事项询问者，应得该监督长官之同意。前项同意，除有妨害国家机密或侵犯行政特权者外，不得拒绝。以受公务机关委托承办公务之人为出席人员者，准用前两项之规定。本条规定有不得诘问询问情形时，听证会主席应即制止。第五十三条之十二，出席人员有下列各管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或表示意见：一、诘问询问逾越调查目的或范围，与调查事项无关，涉及个人隐私或侵害其思想、良心、信仰及其他基本人权；二、有前条第三项至第五项之情形；三、有合于行政诉讼法第144条至第146条规定之事由。听证程序中，听证证据有妨碍名誉、信用或使人受追诉之余者，应秘密接受之。因其而受损害之人，应有自荐为出席人员及申请其他人员出席之权利。听证会主席于出席人员提出证言、表示意见前，或知有第一项之情形时，应告知有其得以本条规定拒绝证言或表示意见。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第一项之事由拒绝证言或为虚伪陈述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立法院名义书面详述事实，连同证据函请出席人员住居所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74条之三规定裁定处罚。但设有犯罪嫌疑者，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移送检察机关为刑事追诉。第五十三条之十三，听证会应全程录音及录影，并由书记人员详为记录，除不公开者外，应刊登公报并送达出席人员。听证会记录应包括出席人员之陈述、听证会出席委员之诘问、询问、出席人员之答复、出席人员合法提出之文件、资料或其他物件及出席委员或出席人员之异议与处理结果。出席人员提出文件及其他物件，得以照片或其他适当方式记录重要特征后发还。第五十三条之十四，听证会出席委员或出席人员对听证会记录之内容有异议时，应于记录送达后7日内以书面向主席提出，主席得召集原听证会之成员举行会议，以确定记录。听证会记录未确定前，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特定议案不得提出调查报告。第六十四条之一，立法院应于立法院全球资讯网设立开放国会之专属网页，供人民透过网际网络提出请愿文书，并依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七条规定办理。立法上议之请愿文书之联署人达一定人数以上者，秘书处即应会诊送立法委员参考。第七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同限条文。第四项，议案进行协商时，由秘书长派员支援，全程录影、录音记录。协商过程之全程记录与协商结论均应刊登公报。第五项，前项协商之录影，应于国会频道、立法院网际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及时播出。第六项同限条文第五项。第七十二条，党团协商结论于院会宣读后，如有出席委员提议八人以上之联署或复议，得对其全部或一部提出异议，并由院会就异议部分进行讨论，经讨论后由院会就异议部分表决。第二项同限人条文。第七十四条之一，本法第八条锁定禁复二读之议案，应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提案委员或所读党团负责召集，并适用本法第七十条至第七十四条之规定。第十二章之一法则。第七十四条之二，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连续处罚：一、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而拒绝、拖延、隐匿、不提供文件、资料或物件；
二、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正当理由拒绝列席提供证言或为虚伪陈述。第七十四条之三，除行使同意权案之听证会外，受邀出席听证会之出席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连续处罚：一、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正当理由或第53条之12第一项之事由而拒绝出席或拒绝证言；二、与调查目的有重要关系之事项为虚伪陈述者。第74条之四，不符前2条之裁定者，得为抗告，抗告中应停止执行。前2条及前项之裁定，各省级受理法院应于1个月内审结。第74条之五，违反本法有关保密义务之规定者，依其违反情节，分别适用国家机密保护法、刑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处断。第74条之六，违反本法第50条、第52条或第53之3条规定者，立法委员应即交纪律委员会惩处。调查委员会、调查专案小组或听证会之顾问、专业人员、工作人员、幕僚单位人员或保管人员，由院长依法处分之。情节重大者，因公务员惩戒法第24条之规定，送请监察院审查或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如涉及刑事责任，移送检察机关办理。第47案，时代力量党团凝聚立法院支援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参阅第251页。第29条，立法院依宪法第104条、宪法征求条文第5条第一项、第6条第二项、第7条第二项或法院组织法第66条行使同意权时，不经讨论交付全院委员会审查，审查后提出院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为通过。立法院依法律规定行使前项规定以外之人事同意权时，不经讨论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审查后提出院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出席，并经超过出席委员1/2之同意为通过。前二项全院委员会或相关委员会之审查，自交付审查之日期间不得少于2个月，并于院会表决之日期日前提出审查意见报告。第29条之一，委员会未进行审查之必要，得以书面要求被提名人提出其学经历及财产申报资料，答复与其资格及适任性有关之问题，并提出相关之资料。被提名人之准备时间不得少于10日。除有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得拒绝证言之事项外，被提名人应据实为完全陈述，并提供相关资料，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委员会之审查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法所定被提名人个人资料之使用者，视为符合该法第16条第二款及第20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定之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之事由。第29条之二，委员会于提出审查意见报告前，应举行公听会，并得依宪法第67条第二项之规定，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陈述证言，表示意见，并提供相关资料。公听会之记录及提出之相关资料，委员会于审查意见报告中应予斟酌，并作为审查意见报告之附件。第30条，委员会就被提名人之资格及是否适任之相关事项进行审查与询问，由立法院咨询总统或函请提名机关通知被提名人列席说明与答询。被提名人有数人者，前项之说明答询应分别为之。第29条之一第二项之规定，于提名人列席说明与答询准用之。第4项同现行条文第二项。第30条之一，被提名人违反第29条之一第二项或前条第3项规定，为虚伪陈述或提出内容虚伪不实之资料者，得经院会决议为下列处置：一、移送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纠举或弹劾；二、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下之罚锾。前项罚锾处分，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得于处分送达之次日起2个月内，进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31条，同意权行使之结果，由立法院支付总统或函复提名机关，如被提名人未获同意，总统或提名机关应另提他人咨询立法院同意。好，立法院支援刑事法宣读完毕。好，以上个案呢，另定期继续审查。第48案以下个案呢，于审查时再补行宣读。散会，谢谢各位。